本身都会死。或是再改普通，前期看来大家都想要开困难嘛。不用了，不用开普通了，就一直困难到底就好。没有大家，就大家都想要，我没有想要困难，就会死。然后嘞，福利派就会生在家里附近。哎呦，好像很有趣哦。我们在说有需要整地工具人吗？太赞了！有些有，要不要吧？我们很需要整地的工具人。嗯，嘿嘿嘿嘿。哦，哎，我有拿到那个哎、欸，雷电什么，然后再加上雷电碎片哎、欸，很棒、啊。就是我给人家造成雷电伤害的时候，我自己也会造成雷电伤害。然后我现在拿这个雷电碎片拿起来的话，我如果自身处于电击异常的时候，会可以再增加 50% 的伤害。好扯、啊！现在这个币怎么那么难打？请问一下，复活的话会不会很亏呢？前期哦，一开前期蛮亏的，我觉得。嗯。所以我要放弃。什么？应该是对，应该是差不多了。我觉得放弃就好了。来吧，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好的，先关要重破了吗？你们先开始一下，我风之谷还在打币哦。哎呦，我进来了，那我这一关是不是要重过？怎么了？对啊，就是每一次进来其实都是重，都是一个新的那个。那我去自杀喽。我怎么跳过去？乌龟嘞？为什么还没上去？哎、风山小会死，困难。哎、花哎、欸，现在要自杀了，对了，自杀了，我要自杀了。自杀是不是？要救我！自杀！不要救我！我们只有一棵树哦！不要救我！我才不要！我偏要救你！钻地！钻！我偏要救你！拉！我来来，你有本事！来，在这边，在这边。等一下，我好像有什么东西没设定。等等，应该。刚怎么看到一只狐狸炮？我觉得有点可怕。一开就开始算时间了，所以刚好是晚，现在是刚好是晚上。哎、欸，我这个超强的、欸，我超强的、欸。哇，我们需要更多的树啊！你怎么在这边跑掉了？我放弃了我的，死掉可以直接放弃。可恶！我拿到这个那个火枪，超凶的说，增加武器免割。看来我们的整地就是以现在这一块平坦地为基准了。不是先找一个平原吗？我们现在就在平原，然后附近有库里巴，一开始就是晚上啊。好酷！这个好哎、欸。你部分的木材，那炸了，那鉴宝不是鉴宝，靠，为什么鉴宝？我掉一部分的木材给你了。鉴宝为什么是鉴宝？鉴宝啊，鉴我们就继续啊。好啊，你们死掉再过来吧。对啊，反正他们那边开了吗？村民僵尸、哎、开了，村民僵尸开了，村民僵尸怎么一开始就有村民僵尸？困难有机会跑出来，那怎么办？要杀掉他？杀了他没杀，就是把他困起来。你可以造个船，先杀再说。放在里面啊，反正之后还是会有啦。他会被烧死吧？会啊，到白天了，可以盖头，可以盖头，屋顶屋顶。上来，上车。不是你啦！哦，上车。你对角，然后需要方块、嗯。你对角去床旁边，去床旁边。不会上哎、欸！你哎，赶快开屋顶，盖屋顶，盖屋顶！哦啊！盖起来，它会烧起来。都不要死，对不对？来了！哎呦！乌龟来了！哎呦！我刚才问你去哪？你说我吗？对啊，想说你怎么还没上线？哎，没有啊，因为我去包了一点时间。哎，你就去烧吗？他还在烧吗？他刚刚去叫查查。啊，他还在燃烧。啊不！你屋顶要隔四格哦，二号。啊！我觉得他们那边好嗨，我想要过去了。我稍微低调一点。我想过去哦，可是我币有压力，我有币的压力在。我们只有这一棵树而已，隔壁有啊？怎么这么少？这个平原也太问号了吧？隔壁有啊？我们阿进，我们走吧，我们过去啦。等一下，水在海在哪里？打这只王嘞！我能不能把这只王打掉？好、啊，有人想去打海带。海带哪里？附近有海啦，但找一下，好像是往沙漠再过去吧。沙漠过去。哦，我们在沙漠吗？隔壁。哦，你。哦，这里有海带，可是没有剪刀。海带不用剪刀，直接打下了。好，中。好，
一切从头。上次谁跟我讲说有刀的？那是海草才要。这树上面有苹果，你没有看到苹果吗？有啊，嗯，哎、欸，啊，嗯。那边，我捡到一个苹果，还有生牛肉。为什么？为什么会有生牛肉？上面有苹果，这个上面有苹果。谁杀牛了？牛怎么死了？上面有苹果，我拿不到那个苹果。没看到，那我要去勾引菜渣过来。我的这一颗上面有苹果，有苹果。菜渣，哎，到了。你往沙漠这边走。我去看沉船。现在直接去看沉船吗？这已经要出船了。左边，嗨，菜渣，左边。没错。Yo， 我们得在出生地盖点什么，不然我们等一下回得来吗？可以啊。有鱼诶，可以找到大海了。目标。隔壁就是大海。隔壁是安德。对啊，有鱼。这个方向。顺来顺去的。看，我这只比那只虫难打呢。我要死了。你遇到那只有翅膀的，是不是？那很难打。对啊。他的龙卷风根本没得躲啊！没有从的开始 啊，嗯，这是个啊，我把它设成置顶就好了。等等哦，我去哦，真的哎，去文字等菜渣吧。你看，好强哦，这只好强哦。等一下，我把它打出来，然后好酷、哦，要见我了，也会死了。我们要下班了。我去打木头，哎、我又回来就是了。哎，痛啊！然后把这个讯息置顶。哇，这什么？在哪里 ？What the fuck？ 等一下，没有，我把它分段，看我完全看不到你在哪里。动如下，是谁呀、啊？这只、嗯、哇，这是钢龙哎，它有个难打，白痴死，一点，那完全走迷失方向了。然后走了，地图雷，哎、欸，看还没打好，就喷出去了。人呢？预设，然后他家在哪里？然后难度简单到困难，中之马中今日鱼竿，有一个小树苗哎。哎、欸，不用打。他搬沙子，他在砸谁啊？没有啊，他跑，到处跑。公开原因。哎、欸，这是什么？哪个是什么？沙漠的井吧？你看啊。阿尼，我先去玩那个了。哎、欸，不对耶，这是那个呢。嗯。深海的那个呢？你等我，等我。没有啦，这个。对方你没声音。这个只是沉思的那个而已啦。真的吗？他们的家就对了。嗯，我来了，来你沉船家在哪里？那是沉船吗？是。哦，我已经是迷路了。是吗？我们在沙漠上啊，沉船就大型生态域才会长这样啊。它就搁浅了。对啊。然后挖沙了。这个是驴子吗？然后挖沙了。对，要把它拆掉。对。挖沙。嗯。哇，这附近什么都有哎、欸。嗯。还可以顺便爽赚木材哎、欸。就那个下。哦，所以这个船也会有藏宝箱，会有藏宝箱。龟龟说的哦，会吧妈，我记得沉船不是都会有吗？会啊，沉船会有啊，但是如果你长得特别一到三，一到三，如果你长得比较丑就不会有了。一点一七，你再继续说下去，我拿到命名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你证明。你看刚刚讲的，我跟你讲、啊，我会上线，我会上线，拿到铁了，他把你杀了。你不要忘记，我们家其实住很近哦。你从来没来过啊，跟我开玩笑。我到过楼下，好不好？你就他妈跟我拿，给我拿个现金。我现在也不能去啊！啊，我来了，你们在哪里？你超熟了，你在出生点附近的一个沉船。怎么出来？好，我等一下就去，我等一下就去。看到了，为什么我的字典没来怎么办？错的，你说这个沉船吗？没来怎么办？戴口罩去，我不戴口罩去。哎，怎么铁？我报警抓你看。那个哇！再更换一次字典讯息。哪里哪里？这里耶，他开到宝了。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你后面。可是你后面也有啊，反正你隔壁那边有一个。哦，里面是你要喝吗？你现在饿不饿？我这个是谁啊？对啊，我啊这个是看不到。在哪里饿不饿？哪里？你饿不饿？有点。来，你上来。这叫可疑的炖汤，它是一个赌注。怎么念？飞是一个什么？你喝了就知道，它是随机的效果啊。飞脸可能会死哦。没有脸，应该是幸运吧。你打开啦，不要在那讲什么，我听不到了。你打开包包，打开包包，什么效果？跳跃提升没了。
哦，没了，好，那就跳跃替身，对对对对对。哎、欸，所以豆腐跟蓝莓是基建组吗？飞猎，刚好是建筑工、伐木工、飞猎。哦，为什么这边的服务箱没东西啊？哎、欸欸，就那个啊，我找到村庄嘞，好哎、欸，村庄哎、欸，村庄哎、欸，等一下，为什么我是烧火药？你杀了苦力怕吗？你没有看到那个箱子是空的，就你手上的汤，好酷哦。那是叫那个汤，我要先把里面收刮完，然后再下线。还有我身上这件绑定诅咒被你冲上去了，哭啊！不，穿上去就脱不掉，绑定了啊！绑定诅咒，能等它爆掉。哇吼吼吼吼吼！蛋的，那应该还有吧？只有这样吗？哎、欸，这是活的村庄哎、欸，好棒哦！没有错了，最快的方法是泡岩浆啦。坐标打一下。去抢劫，去抢劫他们！哇，这个村庄很大哎、欸，这村庄很大、欸。库三四三，我们什么都有了。哎呦，那个，哎呦，好大的那个，好累。我打字，我打字就那个白痴哦。这村庄已经有一只铁巨人了，好赞哦！是因为第一次打字所以那个吗？对，我们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打的那个。旁、欸、边还有一个地狱门哎、欸。啊？不是，就是废弃地狱门破坏的地狱门，对。哦，废弃地狱门，酷。我要去干里面的金装 ，Go Go Go！ 我要进 Go Go Go！ 哎、欸，是不是有三个宝箱啊？一扫一到三，一到三，一到三，一到啊，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了，所以不一定还会有第三个。运气蛮好的，运气算好了。干走这个床，记得帮我保护好村民。哎、欸，附近有村庄的话，那个如果身上有那个什么诅咒的话，就不要进去哦，不然会被那个、嗯，不然会触发突袭，就很惨。很难啊，很难。我们一开始我们上次一开始不就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找到，那、欸、是因为我们找到这刷白石、欸，而且重点是我们那时候玩的还是普通。我挖到没了呢，还拆到一半有铁矿哎。可以杀牛哎、欸，猴子直接冲去地狱门是不是？牛先别吧，要翻。我要拿那颗黑曜石，黑曜石在我手上，尽在我的手。你可以把一个人关在里面，然后放黑曜石，他就会靠腰了。嗯，无所谓。哎、欸，都拿完了，这是困难级是不是？对，我都拿完了。是的，困难级对不对？是的，是的。然后饿得很快、欸，饿超快。对啊，饿超快的。那我要去把村，我要去把村民的那个农夫砖，哎、欸，那个什么砖，通通把它干过来。干草捆，小麦砖。我已经拿一堆了。来哦，我们粮草收集员。那我们要即将在这附近的一个大平原上面盖运动场，期待吧。哦耶！等下要记得要先找好定居点，然后开始。定居点就我们的出生点附近吗？出生点，离海有点远哦。嗯，离海有点远，我们需要住海边吗？不用啊，我们需要住海边吗？住海边，哦，你管很多，住海边吗？我是不用啦，我是不用。管很多，住海边。一到三个，所以这边还有机会有吗？是不是只剩我一个人在拖这个？你还在挖那艘船是不是？你还在当白衣？没有，留在你附近，没事。啊，你们在哪边？我在村庄这边，然后我迷路了。我在你附近挖石头。哦，这里有一个酿造台耶，好酷哦！我还期待有第三个、第三招、第三个。对啊，会有一个彩色的石头。嗯、不用彩头、啊，这是因为石头。我爸都盖腰呢，饿超快。我先做一个。都赶快去村庄哦！啊，算东西都没了。我饿到已经没办法跑步了。哇塞！我在那个啊，我在挖石头啊，要前面要用。那、啊、你刚不是拿很多那个吗？公园方可以干嘛？我到没办法跑步了，天哪、啊！你不是拿很多那个了吗？哪个？你不是拿很多那个甘草捆弄来吃啊？我哪有拿很多甘草捆啊？我干，他跟我说话。哈哈哈哈哈哈！你一堆甘草捆干嘛不用？甘草捆又不能吃，啊、分解就可以吃了啊！胡子气到破音了，甘草捆不能吃，不能吃，分解就可以吃了。我要来猜一下。这个打个木头，我觉得我已经离你们很远了。没有，村庄真的没有离很远。这个 ID 是长门有戏吗？哇，快晚上了，我们这快晚上了，好快哦！龟龟要走了，龟龟要走了哦！我
发挥死光。对耶，我现在如果不回去是不是有点危险？对，快走快走，超危险！沙漠很危险，我要走了。沙漠苦力怕的天堂哎！回去先回去先回去。何止苦力怕，还有思可，还有弓箭手。听得到吗？哎，不要乱！我有在哪里？有听得到，帮你听得到。有第三个包厢，那等下再回来吧。所以现在要集体下线还是集体躲到地底去？嗯，我有床都没有的话要怎么办？我有床，我有床，有没有要给我下线？我们全部断线就好了哈。对，有没有要下线？卧床，好啊、快点来，快点，好，快滚，再见，滚，再见，滚，滚，滚，就交给你，再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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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飞雷不要打根，他们有些好像不知道我们，他们有些好像不知道我们那个 IP 吗？早上了是不是？哦耶，早上了，早上了。不对，打海带不要打根部。嗯，确定确认吗？可以了，可以了。嗯，可以。哎，豆腐，你在那边等我，我带一堆，带一堆那个。我有面包啦。那个羊毛回去。我反正我正在开。重生点在哪里啊？怎么样？你哥哥，你死一次就知道啊。对，我帮你杀掉。当你看到一块豆腐在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哪里。我能帮你。沙漠的独有的僵尸不会怕太阳，思可啊，思可啊，它因为它很干。什么？好可怕啊、哦！超可怕的。哎，所以我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在做白工，还是有机会再挖到一个箱子？我是觉得不用的啦，你肯定在做白工啊，一半一半啊，那个一半一半啊，没有，我觉得是白工啊，咦啊咦，我觉得是白工，肯定是白工，真假的？为什么？因为不要那么贪，你说两个已经是很多了吗？两个已经很多了啦，通常都是一个、欸，一个就已经要偷笑了，一个就要偷笑了。我们昨天的那个船有三个哎、欸，没有吧？要看情况吧，一个。我觉得两个是算是中规中矩，正常吧，就是差不多啊，不是一到三。这个版本的沉船超少的。他说这个沉船结构只会有两个箱子，肯定是白宫大小船啊，肯定是白宫啊，肯定是白宫啊。有人重生点，我们要盖据点的那个坐标，有人可以给我一下吗？我觉得我忙就活了。豆腐不是，不是不用，你就直接活在村庄就好了。啊、哦，好有道理啊！我干嘛去？四六不用一三三，感谢五十五一。我等下就把你们床拆掉，有没有？我没有，我床永远都带在身上，我完全不带。我带船回来的。我等下把你杀掉，游牧民族。带第三个哎、欸，然后过去把阿金杀掉。哇，负十五一四五，我怎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啊？我负的啊，还好。你玩起来会那个吗？还是还好？不会，不会，还好了。看来那台电脑还不错，嗯，好像没了耶。你送笔电架的？不是，桌机。我在日本的电脑。哦，嗯，带回来以后，不知道它有何用途。对，我先拿去挖矿，然后再加石器，刚好。缺铁吗？你问我们缺铁吗？你觉得？大家都很缺铁，好吗？你觉得嘞？这么久有铁了吗？这是何等的快速！我看到铁人矿，我想放弃了，好像没有哎、欸。我一把铁，我觉得没有啦，因为你那个小型的，它不是那种一艘直直的船，它这个是可以先帮我、哦，你可以先帮我做个铁桶吗？我需要先做牧场，我要做那个农场出来。可恶，只有铁人块。我发现，铁人块可以啊，拿去烧啊。它可以烧，是不是 ？Ripper。我是魔物猎人，那我现在回去喽。好，我带了一大堆的木头、木材。嗯，我也是，我带了一组木材。你们有没有骨头？我找不到人了，你们的旁边是冰岛哎、欸。对啊，冰岛。你们有人有骨头吗？我有斧头，可是我跑不动，而且我找不到人。你说骨头还是骨头？骨头，骨头。没有啊，阿美打枯工怎么会有？给你。骨头吗？骨头，骨头，烤窑。骨头，救命啊！菜子啊！我迷路了啦！你在哪里吗？我看到对面有希望了，我来了。豆腐，豆腐。啊？
我好饿，走得好慢啊！有人把村民家挖成这样是怎样？那这样做要重做了。全是胡子吗？这树这么近可以吗？可以啊。负十五一四，负十五，负一四五。为什么要把村民家挖成这样？有绿宝石。可怜哦。就是我那个啊，箱子开到的啊。绿宝石是我开到的。哎，那高度的话，以我们现在这个平地为主吗？嗯，六七这么高？那我觉得有点高了，因为水平面是六十四啊。为什么合不起来？合什么？你要按 Shift 对着它旁边贴下去。我看到你们了，我好饿啊，我只能用走的。对，哦，有了。对，所以要去听一下要多高，我们基础平面。我们现在在什么？六十几？六七？如果还是要整地吗？可一般是六十四，不是？对，但是一般是六十四。对对对对，这边已经是平原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但是六七算好，再往下，有往下就是要铲地啊。应该是没差吧？吗？会影响一些生成。好烦哦，没有骨头，也没有铃兰。哇哇，回来了，抓到南瓜了。你要铃兰干嘛？六四的话，我要来做。那有差吗？有差吗？这边这哦，我现在位置，我现在位置在六十四。哪里有甘蔗？甘蔗箱子里啊。六十幺。箱子里有。我刚错过张甘蔗吗？不用啦，箱子里就有了。甘蔗我身上有了，甘蔗我身上有。哦，煤矿耶。是。我现在位置是六十四，要不要这个高度？有没有骨头？我问一下。我听到响尸的声音了。谁是响尸啦？僵尸哦，六十七，僵尸好像新年那什么僵尸僵尸线队啊，你有吗？在我正前方。好啦，后事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水位置，六七什么东西可以？哭了，什么东西？斧头，六七斧头，我没有。好，那拜拜。我有斧头，我没有骨头。骨头，骨头，你只斧，我有。我说我有斧头没有骨头，没事没事哦。煤矿下面藏着铁矿，好棒啊！六七好像可以，那就六七吧。方明没声音哎，还是方明没讲话？海平面是六十二，还是方明没在玩？海平面是六二哦，还是我们要这样往下挖吗？嗯，你不要往下挖，搞不好跑远一点地方就有比较低的平面了。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啊？有点犹豫，怎么办呢？嗨嗨，你要多高？都是有哦，有了，有声音。哦，这是刚有人挖的树是不是？然后东西没捡 ，OK。嗯，怎么又有挖一半的树？六十的高度，骨头爆掉了，这里有你可以接受吗？哎，我发现我不能整理背包，为什么？骨头爆掉了，我接受啊，完全接受。这里有甘蔗，没有人查，已经是菜渣。哎，为什么不能整理背包？好的，大家走。嗯，模组不能。我觉得应该没差吧。模组要开伺服器的人有装才能用，不是吗？哎，是吗？是。我很久以前好像就这样啊。是啊。还想自己装包包整理，没有办法。要决定之后，我们开始做事。因为这个平面太平了，还是六七好了，怎么样？这版是没有那个负的那个 Y 轴，对不对？没有。Okay. 就是现在这个平面高度六七吗？负的 Y 轴可以弄出来，但是没有意义。那我就可以用那个了，粘土块挖钻法。我这边好像没有沼泽，河流也可以啊。我知道啊，就是看一下，这边有粘土吗？我没有丢肉吗？你为什么要削皮？我拿了很多种子。铁矿看起来怎么跟鸡腿一样？我们有结论了吗？你是想吃铁？你是想吃鸡？他说六七还是六？六七六四六二。六七六四六二六七如果六二就要往下挖哈，对，六七是现在这个高度，六四对六四六二还蛮下面的哦，六二大概八个，六二在水平面下面呢，嗯，对啊，有人说海是六十，海是六十啊，是啊，海不是六十四吗？我回来了。
64吧，我记得是64。下面有煤炭，你有挖吗？有啊。应该说63吧。有五个，因为我刚才都在挖那种原铁。算64好了，64比较舒服，这个数字。64，那就是现在我水的高度，这个水的高度就是64。那我开挖咯。开挖。哇，旗舰有人在烧铁，谁这么厉害在烧铁？我们挖到啦、啊，楼下很多。没啊，因为毕竟这版本就有散很多。有散很多了，对吧、啊？对，刚刚你们上一个版本没有铁、啊，是因为没有开那个。去楼下里面有，哎呦，有很多铁，但是我好像挖一些。哦，我看到人类在活动了，哦耶！胡子，你可以跟我一起待在村庄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在村庄？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东西突然不见，像龟龟这种人，他会把东西偷走。我才不会把东西偷走，好不好？他会把我私藏的东西偷走，我不能接受。我才不会把你私藏的东西偷走。要晚上了，要退出吗？可以有那个房的，你是谁？一卷我放在那个。对你的东西才没兴趣。一卷，我放在那个影片的编辑里面好了。早上所以还没放在。好了会讲。地面门。好了会大喊。尖叫吗？下一个。还没，还差一个，不知道是谁。我，对不起。那你？好了。为什么这边要种的满满的树苗呢？因为这里有木头啊。缺树。哦，那种那么密，种那么密树也不会长出来啊。会啊。啊？会哦，会哦，会哦，会哦。小心你后面有怪，你后面有怪。现在树超级会长的、哦。你可以换 skin 吗？看大哥这样子很不习惯。我到时候再换啦，我不会画这个，你自己去画啦，我就不会画嘞、欸。你油漆桶刷去选择绿绿的，就上网随便去下载一个啊。谁说要帮你画？怎么那么好？上班都偷画出来一个了，豆腐哦，那么好。怎么那么好？其实我也很不会画，我真的不会画这个。你好，所以现在高度上64吗？对，64。这个兽是像我现在站的高度。好，看我。另搞。我们的整地一号，还有整地二号。无情的整地机器。这不会，这是整地。现在不是想要土地挖，先弄到。感谢。我真的草看得我好烦哦。我想一下，我要干嘛？我要赶快做出设施的话。我觉得我快要被攻击了，骷髅嘎啦声，骷髅嘎啦声，哎，打三角，哦，这估计是白金被炸了。人家的村庄，怎么捡到铲子？我讲你不要跑上去，有牛在水上游泳，那就是水牛啦。水牛，共三小。64是哪一个？我们现在站的吗？我们现在站的是63。我现在站的位置。哦，我现在站的位置在水这边，水这一里哦。水里这一个才是64。你这、哦、是哦。对，所以实际上是要挖到这一个。那会不会太深了、啊？那会不会太深？哦，我都已经挖了。太深。嗯啊，我觉得64了，我差了64还65哦，一就是在64是上盖的意思，所以我们站的是65的意思，这样子对吧？我们现在站的是65、嗯、好，然后下面这个64站在65吧。好啊，好诶、欸、前期的拓荒，马德我要回家了，应该是不会剪啦、啊、我觉得第一集应该是不会剪，我们没有一个大主题。有啊，只要我们都把龟龟弄死，把你弄死就有主题了。也可以，哎，或者是我们把你弄死，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是拿一个命名牌，出现了你的名字吗？昨天的不会剪吗？
昨天的应该也不会吧，八小时太长。你死掉之类的片，除非有人愿意标片段。你就跟台，然后把那个时间轴打出来了。我怎么找不到回去的路啦？我从哪里下来的？标片段的话就要，哎，没了。往这里。标片段的话要等我上传直播到 YouTube。这里是哪里啊？啊鬼影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啊，我跟着火把走，然后就不是啊，你不能跟着火把走啊。火把肯定是乱的，因为我来的地方根本就没火把、啊。不是要精华，是吗？不是啊，这里吧。我们家在哪？就是要有人帮忙标时间走了。我觉得，哦，真的，那个蓝莓是那个蓝莓吗？这里的，嗯，哎、欸、也不是啊，对，谁在那边乱插火把啦？这个版本是不是矿比较好挖一点点？是，怎么一点点好挖很多、嗯？太好了，还好这边好多没有，我先挖一下。你不用怕、啊。好消息，好消息。怎样？我必打完了。哦不，还 OK。我快十等了，好消息。手这边有只自闭，好消息。这里有只自闭，哎，不要站起来！怎么了？怎么了？我在用农场。哦，是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来不及了，不早讲。我刚有讲啊，对不起。我等一下就要去养蜜蜂。好诶，再麻烦你盖一个。这蜜蜂你要找很久、哦。我等一下要。盖房子啊，没关系。等一下你在那个树的旁边种一朵花，就有机会生蜜蜂了。啊哈，这么嗨吗？这个版本太可爱了吧！真的真的。啊，你们已经有一个矿坑了，我要下去玩。真的。那蜂巢上有什么？那我这边有下去的，没有吗？我找不到上去的路，你要重来一下来。在努力找。能？不是，我们下来的地方被人家乱插火吧？那迷路了。我们就找。蓓蕾是你啊？哦不，是谁呢？我猜，我至少会。那你带我们上去。好，在哪里？我们迷路啊。我需要一点石头。你们都自己想到一个好方法。呀，这是谁？把火把维持在左边。我找到你们的名字了。左边还是右边？对啊，但是有人插在地上正中心呢、欸。这里。谁的麦克风有底噪？乌龟啊。我有听到一个声音呢、欸。我有听到好像是，好像有新年麦。那我把我的麦先关掉。好。哎、欸，所以这个版本还有地下负的那个吗？没有了。负的高度吗？没有了。哦、没有。嗯。啊，这是谁？是谁？这也太难找了吧？那个找不到。这名字太难知道了吧？谁啊？嗯，这个人一定是11月21号生的。天晓啦。哦，天晓。天晓在搞哎、欸嗯。他说他换了吗？耶、yeah, ！我带了21个铁矿上来，我带33个上来， okay, 我又增加了，哦，我又增加了一个整地的工具了。我再多做一个熔炉好了，我做好一个，做好了。整地工具人三号，再一个，三个一起烧。来，摩托海亚库，那我要来挖钻石。那个我看一下花，嗯，你们的火把插地上是对的吗？就是。有人猜正中心、那個、不知道是谁啊？你对啊，都全部都是正中心哎、欸。对啊，所以刚才会迷路啊。吓死我！有规律的，那个不行，我回去太危险了。回来吧，你至少先有盾牌啦。哦，我看到你说的村庄了啦，傻眼。嗯，隔壁村隔壁而已啊。进到不行啊。那个雪地也有村庄啊，那个冰原也有村庄。可是冰原村庄那边穿得很丑、欸嗯、我有看到是冰屋、欸、而且冰的村庄很麻烦、欸、对你那个整理雪很麻烦很久有人不坏了有人从战争中回来身上都是剑我们需要新的食物不对我也觉得我们要食物怎么办来用了是史蒂夫你可以来我这里拿马铃薯我的 skin 出错了你 skin 出错了把铁烧一烧，来，报名。YOLO，Hello，
把它推回金海里面。好人啊。嗯。好了。对啊，怎么那么多人？好多的啦。爆炸了，爆炸了。打电鱼，然后再下去一次。滑树。盾牌。所以我们现在有分好几组：整地组、村庄组、冒险组。啊，我嘞，耍废组，逛街组，还有流浪组。盖家，我们没有人盖家。好，就盖家。我没有流浪啊，交给我了。你在干嘛？我不是人吗？我就在村庄啊。你是头又断了？那你不就是在村庄流浪？不好烂，我这里有马铃薯。我是在马铃薯，我是在为了未来的科技做规划。太脏了，是不是打了很多种子出来？种子，我全部种过去了。我看到他进了，种过去了。你怎么看到我？呱呱出现，我就他在说那个啦。在哪里？要命名牌的阿静。小心。谁有种子？谁有种子？我为了他停止，谢谢我的鱼骨，停止我的鱼骨行为。你地方的豆腐需要种子。你要种子还是马铃薯？你要马铃薯。好好的把话说清楚。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能种植物的都可以。哎，我好饿。可以关掉拱路晃动吗？可是蔡达喜欢啊。对。对啊，你们都没在看他以前的影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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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这样才有真实感啊。我是一定没办法开那个东西，我开了我会直接头晕到吐。我也是。真会。猎鱼的贝贝。那个是。阿俊呢？要不要决斗？不要决斗啊！村庄在哪？我要带东西过去给你啊！不要，我要决斗啊！地基，我看到村庄了，我肯定要决斗啊！先围个范围出来，像够大吧？还是你要再大？应该可以吧？对啊，先围个大概出，你笃定？我要吃食物，要退掉吗？我先退掉。决斗，给你武器。啊！我要吃食物。现在可以退了。到晚上了吗？有海苔，有海苔。那个不能生吃啦。快睡。好啊。断。嗯啊嗯断。也伸个懒腰。我也要伸个懒腰。早安。早安了吗？好，起来了吗？早安了。嗯。请问台主有要换皮肤吗？想啊。我其实有一个衣服。帽子那个可以画，但我还没画。豆腐，放底。豆腐人呢？他消失了。哎，现在下去好危险，我好在农地害怕。这里，嗯，谢谢。困难的真的太那个，食物没带够，真的不能下去。对啊。但是我又想下去。先猎鱼啦，先有食物嘛。啊，先种田嘛。先种田。嗯。那我们来钓鱼。那首先要有线，所以不能睡觉咯。没有线，要打蜘蛛，要打蜘蛛，好，打蜘蛛。我怎么觉得打蜘蛛的那一趴就有人壮烈牺牲了？有可能哦。没事，因为我开局我早上就差点被蜘蛛。哎呦，哎，弄错了。话说回来，那个是不是喷装的那个范围可以调整？喷装范围？哎，谁打我？我看那个 Hololive 他们喷装的时候好像都只有打我会死了，一格两格哎。你说喷在原地一格而已这样子吗？对，可以吗？好像是，还是那是我的错觉。我觉得可能有调，因为你这样东西超多，它会喷超多。对啊，有时候跟烟火一样炸开。对啊，但是我哎，要发现蜜蜂了，一两格这样子。烟火一样炸开，听起来好惨哦。等一下哦。哎，蜜蜂要怎么把它带回家？你要拿花，拿一朵花，或者是拿花。但是你要有蜂巢，它们才能继续住。他胡子，我来做实践了。你要先有石头了吗？你要先有蜂巢。那要怎么样有才能有？挖石头。你要先石头。你要把他家，你要把那个蜂巢。哦。所以其实是有点困难，因为要有铁的那个剪刀。你怎么死掉掉了？怎么乱杀？你看现场，杀人现场啊！因为他是大哥。大哥不，大哥没有死，你是鬼，这样就不会饿了，不饿，棒哦！身上大哥身上有牛肉啊，因为龟龟身上有牛肉，不是他偷藏。哎，那我身上的铁怎么不见了？在我这里。刚
钢包被谁拿走了？哇，好多鱼啊！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在你声音好小、啊。我有三个鱼。我声音很小吗？摩西摩西 ，Hello。Hello。会吗？好诶、欸。实况上吧。够吗？我只还你。我留十个。等等哦。伊斯寇尔德。哦，这里好危险。这里很危险，你要小心一点。然后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只很自闭的牛卡在这边。养它，没事，就让它在那吧。养声音稍微调小一 点，需要朋友。带了28个鱼，我找不到鱼。这样子可以吗？蓝莓的声音比较小，蓝莓有讲话吗？蓝莓根本没说话，因为你们都在讲话、啊，我想说我就盖我的房子啊。那是拾荒来的。OK， 我们这次要用。蓝莓，我们这次要用石头盖房子是吗？没有，石头是它围个大概哦。哦，坐地打地基，迷路了。哇，有人在整理箱子哦，谁啊？我有整理了，我把它取开来了。谁在乱搞？我一定嘟他屁股。好诶、欸，好诶、欸，你要拿什么嘟？现在想被踢屁股的人就可以，我可以做避雷针给你。好诶、欸，好好诶、欸，好诶、欸，避雷针可以哦。我们外面围一圈木头是吗？欸、可以跟着你的晚年生活。哇，你们也太什么拾荒来的吗？施舍给你的。刚比较小，现在好多了，奇怪。我是稍微调整一下别人声音而已。我说把人家变小。我麦克风已经调最大了、欸，就是所有选项。我为什么回收箱？上听起来你要换麦克风。有没有吃的、啊？我要饿死。现在哪里？我有面包。等一下，箱子里面有六个腐肉。我找到鸡、wow、鸡蛋。只要找到我就不会饿死了。我其实也快饿死。不要那么边缘嘛。我刚快饿死，结果被砍死。哎、欸，可是我迷路了。有谁比我更惨的吗？我迷路了。我救不了你。我努力，我努力回想我走过哪里。哦，救。我现在用原木盖房子是不是有点奢侈？奢侈性盖房？不会啊，你盖完你盖的时候就被别人砍下来，然后变成那个项目。我是不要哭哦，是先不要这样。你的柱子蜜蜂了，柱子可以用那个原木啊，其他地方用木材。差点把的话蜜蜂挖掉。我去乱逛一下好了。有生蜂巢了吗？欸、有、欸、有有有有，对吧、啊啊？就是你在树苗旁边种花，五乘五内啦、哦，然后就会有5%的几率会长出蜂窝，超可爱的。5%也太强了吧？这蛮幸运吧？只有那个白桦木跟橡木才会有生蜂。如果把花、啊、把花打掉，继续、欸。你上次是不是说白桦木有神木了？对啊，不是上次啊，今天下午讲的。对，美之美。可是那个神木要用挖的吧？美之美，就是要用撒的吧？你就四乘四丢那边就好了。我们还没有食物，不敢想。我们在打。那我要做一个白，不要给我。我要白桦木-15，-15，-145。哎呀，太渣，够了够了，我有一组了。一组什么？一组肉。耶、yeah ，鱼肉。有四个吗？鱼肉好强哦。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家现在一只动物都没有？没有线，对不对？对，我们连基本农地都还没弄出来了。我们期待晚上我要来杀怪，嘿嘿。栅栏那些东西也要先弄出来吧。嗯，栅栏。蓝莓，你说柱子用原木是不是？是、嗯。然后其他铺着是吗？对。啦啦啦啦，甘蔗。耶、yeah ！再给你砍。对你，我刚忘记了，我要去剪它的毛。我回来了，有人有空去砍又铲一下沙子吗？铲一下沙子，我来。哎，我需要纸，沙子我。哎、欸，我是不是要留门呐、啊？我是没留门。这里呀、啊，这里入口啊。只要一个门就好了吗？两个门、啊。等一下要留晚上是不是？要留晚上是不是？是。好，那要先把一个出入口就好了吗？对啊，因为后、okay. 这次的后门是直接通往河、嗯。好吧。先把村庄擦亮，救命了！阿静还没回来哦，傻眼。我没有回去、啊。
他就是喜欢在外面啊。他玩单机游戏是不是？流浪的汉子。对。哦，你们在那个村庄吗？就左对啊。没有，只有我。真的是谁？把他抓回来，把他用山神抓回来。先不要。哦、有马哎、欸。嗯。嗨，蜜蜂。哎，乱放！我要生气了。我养马跟牛。我吗？还有村庄，还有蛋。不是我他们，你可以过来先这边帮我用马。哎、欸，我们没有对称哎、欸，没关系。你可以先帮我。哎、欸，我来了。用到这个高度，可以先对称也是因为我想往这边。还有铁巨人。农场，谢谢。而且好近哦，离我们家。对啊。对。所以其实可以去那边。村庄。哎、欸。比较实际一点。可以来这边干嘛？所以我才一直待在这。那边吗？可以来这边干嘛？生存的、啊嗯。生存吗？主要是那边会有铁，跟村民可以。然后之后可以奴役村民，然后繁殖村民，然后强迫村民，反正就是。没事啊，那么近。人口贩子。我们不要抢人家的村庄嘛，对吧、啊？我没有抢啊。我们只是攻击他的村庄啊。哦，我下次在旁边呢，在隔壁而已，很近，我们可以随时过来。雪莉。对啊，沙子，我刚才看那个箱子里面好像已经有一些了。我已经快把，然后拿了一组，插完火把，那我回去了。你好可爱哦！搬走他们的铃铛吗？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不要啦，他们那会不会有聚集地耶？会被揍吗？嗯、没有，聚集地那个无关。是啊，好对，铃铛无关哈、哦，那我搬走了。而且那个铃铛后面交易可以买到啊。确实。没事的，没事的。老师，猜。我先把村庄附近插满火把，不然带走了。拜拜。不然你在晚上这边灭村就没救。对啊。拜拜。看我的碳很多。你如果晚上的时候你不在那个区域，有没有蜜蜂啊？他们就不会冻结了。没有，你们的距离够近，他们还是会出事。我刚刚不是有介绍蜜蜂怎么生成的？呱呱。嗯他没有对面，哦，对，是农地。放玻璃哦，居然有。对啊，我有放，我有放那个柱子，你有看到吗？有，我看到了。我想要做窗户。嗯，没问题。好嘞，好嘞，快烧完。顺便抢铁针来不及了，我已经抢他们一个铃铛了。没有铁针，没有铁针，没有铁针，这里没有铁针。不好意思，我身上没有吃，我只有一颗苹果。你赶快过来，这是一个贫，我在烤鱼了。这是一个贫穷的村庄，没有铁针，别想了。没有铁针的村庄。没有，没有，这里真的没有。要晚上了，你们要打线对不对？有的话我会跟你们讲，这里有铁站。我们不用睡了。但是这里并没有啊。我回来了。欢迎回来。这我一定要盖二楼的，人太多，没办法只住一楼。当然。地下室要不要顺便？地下室我可以睡上下铺啊。可以啊。我不要。啊，我想睡上面，没有。地下室可不可以顺便弄一弄？哦、之后箱子都放在楼下。谁需要泥土？谁需要泥土？一二三，太王爷游记，盖五层高，你觉得怎么样？你说天花板够高吗？天花板吗？可以啊，反正只是个暂时住的地方。对啊，只是暂时。员工宿舍而已。之后我们应该，对啊，我们之后应该会一个人自己盖。来来来，给你给你。我在想楼梯要盖在哪？怎么会有火焰弹？还是我盖这边？还是我们盖水电梯？因为刚胡子去挖出来的。我找到我喜欢哦。地狱门啊，水电梯好了，比较省。好、哦哦，你那个火焰弹可以当那个打火机用。打怪了，打怪喽！我也更新了。打怪，打怪！我也想加入村庄保护计划。我还是没找到你们。可是你那边会被攻击吗？就我这里吗？不会啊，我插满了，我插亮了。会吗？好吧，好吧，不好玩。不行，我喜欢走路晃动。Sorry， 哎呦，就我不会光走路晃动，你知道？你敢动手打我，靠背哦！他死掉了，死掉了，欸、阿静死了，阿静那边，阿静那边，阿静往那边走，那边，怎么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死呢？我刚离开很远了，然后我迷路，然后遇到那个铁巨人在靠腰，蜘蛛跟为什么铁巨人会揍你？他摸到了，他打过去，可能阿静看起来像魔物啊。我今天忘记我。你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对对对对对。那 skin 是不是四个？死掉地。哎、欸，啊，你有拿到烤鱼吗？
我安全的到得了了。六、欸，我有哎、欸。六六六，谁要烤鱼？这里啊，这里。嗯，等下。单独这个。关掉会很像在漂移吗？我想去挖沙。就关掉之后换菜刀会 3D 晕有没有？谁打我？因为不晃就会不晃就会晃到地上。哎、欸，蓝莓，我在烧沙子了。白痴哦，这保护村民，你去不揍我？脑残鬼在飘哎、欸。好，哪一个够？很像，二四六，我带了五组回来了，沙子。哇，好耶、欸，好耶、欸！哦，虎仔赞哦。被杀掉的。邦尼，为什么你都没讲话？因为他在玩别的游戏。是哦，他没有跟我们一起玩麦挂。人家人都嘴大吧。他不是跟我揪好要来抓蜜蜂吗？抓蜜蜂。啊恰，对吧？哎、欸，好暗哦，插个火把。他。我要走开。我有没有那个？我有没有？我有没有欠什么东西？水吗？之类的吗？水应该喝完了吧？很多穿着装备的枯工朝我们走过来了。好、欸，附魔弓箭哎，他会掉附魔的弓箭吗？会啊，有机会，有几率。会、啊，看你诚意了。嗯，我慢慢的摸过去，想射我。嗯，那你这个要不要换成原木？中间的。我要换。哎、欸、干！我觉得我引诱他们去彼此互射是不是比较好？嗯，对，不错。哦，不行，我快挂了。嗯。你在哪、啊？我去救你。我真的要挂。快跑，快跑！好准哦。他们好准，我先补满血再去。我杀掉那只附魔的了，他好痛哦。杀掉他了。嗯，对，嗯，那我快挂了。食物在哪里啊？你身上啊。算了。哎、欸，你身上没烤鱼吗？哎、欸，对耶。我不去寻找我的东西。哎、欸，那颗在那个蜂巢隔壁的树不见了，没关系哈。没关系。嗯，好。有蜘蛛，我要杀蜘蛛。有蜘蛛可以钓鱼了。我已经用我的一级之力把自己弄那么亮，还是很多怪。哎、欸，隐形蜘蛛什么怪？困难模式会有的、啊，困难模式会有的。你在哪里？酷欸、我问你，因为你视力不是很好。好累啊、哦！我要战斗。他会隐形是因为他有药水效果，困难模式蜘蛛有药水效果。对。他可以挖掘加速吗？没有这东西。耶、yeah. ！要有药水。黄金装备的困难吧。他不能帮我们的水电梯要盖在哪？拿铲子的僵尸跑，哎、欸，有绳子了，有线。这里。Sorry, not today。好啊，好啊。哦，盖个。那你用一个泥土的柱子，这样我们就上面有一个洞。是奶绿哎、欸，奶绿，对啊，奶绿。奶绿。哎、欸，为什么要吃的那么难啊？找不到蜘蛛哎、欸。我想说啥？我帮你拉了，这个应该一下子，我看到了，应该一下子到十等才对啊！喷起来！我刚刚到十等了，然后他们死的好惨，我们有人被僵尸杀掉了，感谢，还好吗？突然被杀掉了，一本是二十，爆炸炮了。没事，我身上没带东西，我只要不愧是困难模式，大哥相继出现在左下角。我只是要寻回我的东西而已。有感觉。这里还有蜘蛛，我去拉，我去拉，来我这，这两只。你要捐赠东西给我们。来了，来了，救命！救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来了。哎、欸，不对，这是繁星哎、啊。干嘛想打我？没有，有线了，有线了。你可以钓鱼了。我可以钓鱼了，一个线不够，一个线不够。我们家后山有、欸、有小猪跟小羊，这个骷髅，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还有。等等，我们家附近都是小羊。对，我们家后山有小猪跟小羊。我快死了，海参，你快来啦！你在干嘛？他想跟我们连线，他在努力。我想说，这样下次就不用再升等了。你也可以钓鱼了，耶、yeah.！耶、yeah. ，好，我们去钓鱼。先钓吗？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白天哎、欸，受不了了。等啊，好吧，受不了了。晚上还可以，应该要打到帮其他打到白天吗？对啊，因为我没有食物，我补不了血了。哦，你刚不是捡一堆？没有，我只捡到三条啊。拿这铲子的僵尸。哎呦，那里有蜘蛛。我看到那间房间诅咒那个好亮眼哦。
不要吵，很好找到了，不要吵，我在努力，后面来，我在努力让他爆我装，我还不敢做装备，你知道吗？而且你还要压血，你不然他咬死，不然被咬死、欸，哎，对啊，感觉超，繁星你真的超亮的，哇哇哇，no no no， 换、欸、个方向，我是夜空中最闪亮的，这里吗？哎、欸，你们已经盖房子了，这里吧？这里吗？太漂亮了吧！你在哪？才盖、欸，也太有质感了吧！忘记了这个附近，还行吧、啊？这里吧，这个扎成这样子，哎、欸，不是啊。因为我们等一下铺个地毯好了，会不会太奢华？去，可以，我比羊毛很多，没问题。我记得在，完了，我没有印象了。你身上有什么线？有什么？蛮多东西的，还有一些铁。我能不能随便找个位置先摆个床？我想试一下重生点。可以啊，可以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这样回得来。欸、你好棒。好诶、欸。找不到，你怎么找得到？我刚爆开的时候，我的床不见了。妈的！然后啊，烤蜂巢可以干嘛？烤蜂巢那个啊，这个烟熏、哦、烟熏蜂蜜啊。哦，是吗？只是蜂蜜可以烟熏啊、哦？不是啦，它是蜜蜂，蜜蜂用烟熏的，它只是不让蜜蜂出来而已吧。蜂蜜可以烟熏，让蜜哭哦。蜜，你各位，蜜蜂会三 D 晕哦。我要回家了，这边有两只枯工，太可怕了。看我们现在真的不太能挑战枯工，枯工真的很凶恶哎、欸。还有苦力炮，也是苦力炮不是？我要干掉苦力。蓝莓，我们在外面种花怎么样？这里、啊。有剑。我没有东西，我死掉了。觉得墙壁这样弄可以吗？你要死掉了。可以啊，那我想种花。好啊，好啊。这里这样种一排，这样。好，可以。我给你铁好了，让你做一把铁剑。可以。啊，我回来了。耶，欢迎。OK 哩 ，OK 哩。我想想看啊，我有线了，然后再有木棒来做钓竿。我怎么捡了三只烤鳜鱼？给你的啦。那个、yeah. 你们要蜜蜂的灯，先把花打掉，等有丝绸的那些再看再用还怎样吧。有丝绸。嗯。哎、欸，没有啊，你们引去那个蜂箱就好了。嗯。我杀蜘蛛。啊！干嘛？哎呀，嗯。可这水是不是不够深？你要干嘛？钓鱼吗？欸、我们这边就有啦、啊，隔壁这里啊。等一下，哪里？这里啊，这里，这不就有水了？那个够深哦、喔，够啦，够了，够了，够了。五格吧。你们食物进去、嗯。这是谁的、嗯？那我要吃海带干了。嗯，我没给你鱼吗？没了。哦，这下面好空。哎、欸。还没吃饱、啊，对啊，我吃腐肉就好了，我有腐肉。为什么要吃腐肉？这样会饿哎、欸。没事。更饿哎、欸。那、啊、才能吃更多东西耶、欸，才能吃更多的腐肉啊。然后你们在钓鱼，然后你钓完之后，你可以把鱼丢上去烤，就这个、哦、好。哎、欸，有个斑土的耗呆在上面，那边是怎样？这个。哎、欸，可以直接烤，可以啊。我刚刚直接用这个烤啊。对啊，海苔也是这样烤的。海苔可以哦，可以啊，可以贴在旁边，会贴，可以贴四片。我以为只有鱼可以耶。没有没有，可以，它可以贴四片。昨天有烤海苔啊。哦。贴那个贴在上面烤，超可爱。不行不行，腐肉不行。想钓到昨天的那个鱼饵的。什么鱼饵？我还要海洋祝福鱼饵跟修复好吗？然后海洋祝福鱼的修补，顶配的钓竿，对啊，钓竿耐久不需要，要这三个就好了。对哦，大约几点了？我应该有啊，有精修耐久就是多余的东西。哎、欸，命名牌、欸，那个你是不是要命名？给你啊？你不知道命名？不是我不说，就是我不说。你呀、啊，不是你。呱呱是呱呱，你呀、啊，你呀、啊，是你，是你哦。啊？谁要命名？是呱呱，是呱呱。不要害哦。害不要害哦！我是先劝你不要这样哦。最齐全的哦、啊。不要乱了。哎、欸，我有加入游戏喽。有人进来了哦。有人进来，有人听到 keyword 进来喽。Oh my god！ 我是破坏大魔神。你要帮忙的吗？好呀，拦路猪哦。我这两天有一个，你怎么听得出来？你还讲出来？谁听不出来？谁听不出来？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对，你喜欢那个角色，你不要乱模仿啊。就是不是，就算开也是挂台而已。跑出来了嘞，有蜜蜂吗？啊，就白天啊，他们要工作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嗯，我跟着他。哎呀，烤鱼会烤太久吗？不会啊，不会啊，大概30秒吧。四只同时会起来，河豚能开吗？不行。怎么就没木头了？我有，我有。退休的休息。嗯，哎，我们有铁桶，休闲的退休。有啊。鱼要挑刺吗？铁桶到我身上。哎，烤鱼，进化出去了，他死也渴望着大海。好啊，你先。线呢？对吧？所以如果我又可以再钓到钓竿了，不是我又可以再。所以我不知道在谁钓。快点来，好，我去扣他。我没有。在这边，在这边等我一下。我没有那个哎，我没有做屋檐哎，你昨天屋檐怎么做？很漂亮哎。楼梯。你给我了吗？阶梯。谁？有人直接钓到钓竿了。谁？你？我没有啊，钓钓竿。那你钓到什么？我刚看到。我不知道，我只看到灰灰的。不演给你做，我等一下回来想要看你怎么弄的，我先去装水。好，拜拜。烤鱼，烤鱼，奶绿要进来当矿工，真的假的？奶绿，酷哟，酷哦，等不要在那边闹啦。去大海当，啊，去捞海带。你可以打一些海带回来这边种啊。我怎么了？有人跑去给火烤，听到被砍的声音。没有，我不小心被火烤到了，我在烤那个。好，等等哦。欸，我没有剪刀。不是海带，不用海。剪刀箱子有。你要是海草，你要海草还是海带？你要拿回来种的话，拿海草回来种吧。对啊，海带是海龟要吃的东西才要那个。所以电梯是直接倒下来就好了吗？因为我们要拿回来种的话，那就是要拿剪刀去剪的。你要种海草还是海带？哎，父母叔，水电梯，我是先要去拿，前提下面踩一下水电梯吗？食物很少啊，那食物不食物不需要剪刀。如果拿，如果讲，我知道啊，啊，如果要拿回来，刚才不是有人说要拿回来种吗？是谁？啊，也不用剪刀啊，不行哎，哎，骗我，水电梯旁边还要关起来吧？要关啊，关起来，然后加告示牌啊。我来告示牌啊，对啦，告示牌啊，那我傻眼。哦，你在哪？哦，忘记了。哦，想说哪里怪怪的。有人在搞。我们等下食物收集够，我们就可以架矿了。对啊。啊。哎，所以有人现在身上骨头了吗？没有了。骨头，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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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看到骨头了，好诶，好诶，我可以做床了。恭喜你！好，来，我来了。我们有办法做告示牌了吗？有，可以。木头总可以了，我就可以了。我要两个。好，谢谢。刚刚谁要骨头？我在箱子前面，丢给我就好了。啊，个蜜蜂又迷路出去了。你来啦！它从我旁边飞走了，可是没办法牵回来。对啊，这比两个还要多呢。他做一次就三个啊。我做九个给他。木筏点不出来，不过说不定可以。哎呦，钓鱼，说不定可以像之前一样那个。就是一样日常投稿，我们可以剪日常出来，偶尔的一两件事小事情这样。今天的目标盖房子，简单拓荒，打中介龙。看到这蜜蜂，打中介龙，那顺便打凋零了、啊。凋零要怎么做？打凋零，我们凋零要拿三个凋零头，召唤用召唤的，对啊，用召唤的要献祭，要杀掉一个有名字有龟的。嗯，哦，那交给我可以吗？好，可以，可以啊，那没问题，可以啊，可以，这样没问题，很乐意，很乐意。完蛋了，我要毁灭这个世界。你要当凋零王是不是？对，我要当凋零王。11个人呢、欸？对啊，超多人的。
我看到是蜜蜂了，那一只哎没好把它牵过来哦，可恶！你拿花去领它。哦，是奶绿，好像钓不到酸绳了。酸绳钓不到啊，奶绿有进 DC 吗？之前不是钓得到酸绳吗？我从来没钓过酸绳呢。对了，我之前有钓过酸绳。你在做梦吧？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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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就有一个蜜蜂蜂巢啊，跳一个就可以了哎。没看到奶绿，奶绿没有。你后面呢、啊？哦，没事。吗？奶绿没有进 DC， 没有。奶绿好像还没进 DC。哎，方妮，你看我水电梯好好笑、哦。啊？你看一格就好了。啊、你看哦。你在吸上去耶？是这样子的水电梯吗？你哦，好笑，好酷哦，蛮好笑的，蛮不错的耶，下不去你知道吗？这怎么下去？热带鱼算了，一样，对，热带鱼是不是啊？对啊，热带鱼可以干嘛？哎，但是单行道，但是它单行道，可以啊，可以下去，可以下去。被别人推下去的是谁？穿绳钓不到，顶多只有马。啊，你们觉得这样一格可以吗？可以啊，以前都是这样子玩的啊。以前不是有两三格吗？那是这样跳的啊。好东西烤到一半。以前有双行道啊，双向道啊，对啊。哎、欸，那这个蜂蜜现在要多一格，他们才会回家。你会盖吗？阿俊老板，原来你这么想杀你的扳手？不会，你那弄给我看。关，你这边再放一个楼梯就可以了。可是我想说用跳的很可爱啊。如果针对的不是你，也可以啊。哎、欸，很可爱哦。不错。啊？怎么有掉下去的声音？我要原木。哎、欸，木头还在长。蓝美，我们的那个窗、那个屋檐要怎么盖？哦，我来了，我在等那个木头长大。可以，那我砍一些。OK， 然后我们的床好了，耶、yeah ！酷哦，好怀了。有了，奶绿来了。哎，奶绿，好久不见。安安，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奶绿是钻石。我们的钻石就哦，太坏了吧！奶绿是谁？奶绿绝交了啦！绝交了啦！干嘛是没看过阿依林是不是？掉掉干了。嗯，奶绿是谁？萤火，萤火的火是永久吗？是，是，除非你用铲子去干它。铲子？那有谁可以帮我盖爆亮砍一下萤火？萤火，萤火。我盖好了，我们把它拿来做食物。做食物？我盖那个熔炉烧，这样比较。熔炉有经验呢，你要想一下哦。想一下。对，拿来烤那个海带。有经验。嗯，经验海带的。嗯，烤东西有经验。怎么有一群钓客在这里？我们这里是钓鱼区哦。我钓到骨头嘞！到底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咬钩啦？哦，我看你是不懂哦，看你不懂哦，我看你是不懂哦，是五年前的人类。你们还要打东西吗？晚上？对啊，这个时间要晚上了，可以睡觉。目标什么的？一样是打蜘蛛吗？打到红萝卜啊？这个头啦！等下再热领床，等一下啊！我看不出来红色是哪一张哎、欸。红色我还没盖，红色还没擦染料。是粉红色。红色染料这边就有啦。嗯。没有啊，差两个。罂粟这边有啊，这边超多红色的、欸。你就骨粉也砸地上就有了、啊。我身上怎么会有一个床？我已经来了。荷叶，你可以用荷叶钓鱼法了。你可以讲话，你有什么讲话？在的。哪里？哪里？你可以讲话。我刚刚使掉又爆出来的床。我感觉繁星遇到很多荷叶，这是用的吗？前面摆了两片。太多人了，天啊，是谁啊？荷叶除了这样子放以外，还有什么用？嗯，你可以戴在头上当耳热带鱼有二十几种，不止。呱呱，告诉我记得500多种，在我身上。这游戏哦，嗯，干，因为它，所以我等一下可以丢到水族箱里。可是你那热带鱼是已经死掉的啊？是哦，对，你要用水桶捞才是活的。对，那死掉热带鱼可以拿来干嘛？给猫吃。哦，
欸，还有那个可以烤吗？可以烤吗？你不行，你的鱼，我们你的鱼要吃掉吗？你的烤鱼掉了。大家来认领船的哦，还没打告示牌的可以来认领的哦。我来了，我也来了。我们在钓鱼。你要什么颜色？不要理他们了。好，你要橘色。安，美的梦。没有发告示牌啊、哦！如果我在打，哎，迪西真的很白痴，一直害我们。要把水电梯的告示牌打掉。荷叶装饰用。你一直断线呢、哦？不是，他就是有时候突然会没声音，然后就要重开，超智障。对，我的也是，我的也会这样。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不睡觉啊？我在打，你们可以存个记录点就好。我们要去打怪啊！我们要去打。我们去打怪吗？那我们现在干嘛？哦，睡不睡是不是？啊，你要打吗？你要去打吗？那就打，我们一起去。我最后一只鱼，走啊走啊。好，等我最后一杆，等我这杆起杆。耶、yeah ！看好了。杆、yeah ，我要打，我要打。我只示范一次，什么是附魔钓竿？还有两张床，没有人。来了，来靠我腰啊！挡住了啦。等一下。干。谁啊？对。什么东西？来了。嗯？什么东西？怎么了？什么东西？那个小王八蛋啊！对对的，什么东西？我连吃都做不出来啊！怎么连鹅卵石都没有啊？我有，我正在挖了，我正在挖了。OK， 感觉我们感觉我没有、啊，我刚刚都在你旁边烤那个，这个、一烤好喷出来就直接飞到你身上。哦，真无分文。走，我们去看怪。我觉得我们就是食物要带多少才可以下去啦、啊，因为这是半组就够啦、啊，半组吗？路上小心，对啊，不要石头。哎、欸，你真的不做盾牌哎、欸，很危险哎、欸。盾牌是什么？怎么进去啊？盾牌是什么保护你的东西？哎呦 ，IP 有换 ，IP 有换，哎、欸，掉骨头了。你有看到新的 IP 吗？那个王子，那个王子就可以进王子就好了。那边还有一只，哎呦，有黄金的。哟，怎么了？哎、欸，不是啊，闪长也没办法做啊。浑身金装的枯工、欸，哎，你很有钱了吧？你很穷是不是？我要死了，快跑！穷了吧？我要吃个东西。来了来了，我送一组石头上来了。叫胡子开直播，拜托。为什么我点开网址，他帮你讲了，他写无法连上网站呢、欸？当然啦，你要直接那个，你要在麦哦，对不起，对，1.17。嗯，对啊，1.17，说错，1.17，好来喽。我们改成用正式版玩了。给你组，哎，村民僵尸，我开1.17啊。不要砍他，不要砍他，这个交给我。不是1.1.1哦，1.17正式版，然后你用新增伺服器的方式连不了吗？去挖野。你不要打，你不要打，我要引回家的。对，新增伺服器。这叫进化的，对不对？四只苦力怕。伺服器位置。哎、欸，你后面有跟着手，你不记位置就是那个王子啊！哦，没事没事，你快走，你快走，没事，他们红色哈，英文的那个啊，他们怎么这么多只？王、不，不签我贴给你，不签我贴给你。我的东西，没事没事，因为我加了奇怪的东西。哦，我的东西掉到哪里啊？你加了奇怪的东西耶？怎么还有啊？要死啊！怎么还有？哇塞，14个玩家了，好嗨啊！怎么还有？哇，太多人了吧！希望我们下个月的运动会可以突破。我很怕，杀死了。我很怕杀死。突破几比几啊？快点，龟龟，做一张船，多少船？现在要干嘛？预知未来。多少船？快点，进去比较快吗？多少船？坐，我来坐船。那我没有。先来了，要吃什么宵夜？啊？他昨天骗了我们两个人吃宵夜，他就跑了，然后一下就不见了。不要打！不要打！那个是要进化的，那个是要进化的。差点死掉。对对，做好了，船在哪里？我在下面，水池边，现在要干嘛？现在啊，你可以跟他们加入冒险啊。我们有拓荒组、挖矿组，你觉得放个地方？然后杀人组，我放在角落。好的。好了，跟盖房子。然后白天的时候，杀人组会变成悠闲的钓鱼组。嗯，你借过，你不要一直来。我们钓到足够的鱼，就会变成地底组了。对，所以我现在要干嘛？看你要钓鱼还是怎样？先选分类啊。
我要轩哥，轩哥 TNT 组。你要什么？好了，他宵夜组的，他十二点才可以活动啊。是不是讲屁话？他应该是讲屁话、那我要去哪边拿装备？我又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人有装备，没有装备，现在全员裸体，撸怪是不是？全员裸体，全员裸体，我们是裸体在打。好，那我就不穿装备，跟你们去探险。没事，全员裸体中，我猜吗？我猜，后面有一群在干嘛？有没有火把、哦？我以为他们围着什么东西。啊嗯、看错了。哦，好酷、哦！先分给我一。蜈蚣是什么很可怕的生物、欸？哎，呀哦哦，哦身上亮亮的，这是绑定诅咒，我脱不下来。有那个、欸、啊，哦，好痛啊！这有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木头。乖乖乖乖有木头乖乖，一个铁，一个铁头，给你没？你火把。我给你三个，我给你三个。哎、欸。当你的声音会不会不起了？嗯，你好，有了，干什么？好讨厌哦，可惜嘞。对啊，你那边有一只僵尸，你那边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哎，关东知道 Discord 的那个偶尔断线问题有办法解决吗？没有，真的啊，没有办法，那个没办法，那是 Discord 在耍白痴。Discord 的问题耶，没有问题啊。我回家了，这里是15，我打在，我打在玩，大家都输了。16，家里有蜈蚣，家里有蜈蚣，嗯，15跟16，嗯，干嘛？15跟16啊？是有骨头，你要骨头吗？那在这边开展一个平台，然后我先坐那个楼梯上去。我丢了骨头在你下面，不要领灰，不要领灰，领灰没伤害。不是哎，你应该捡到骨头了吧？有，不是哎，我刚躲在东西后面，他都还射得到我，攻击哇！他开挂了吧？我刚躲在这个柜子后面，那就是穿云箭啦。要如何打赢蜈蚣？我已经死不了了，因为这可能着火了。我真的白天啊，做盾牌，要挂了，不能要挂了。白天白天快跑，不做盾牌真的会死。这是困难模式，困难啊，困难模式啊，不做盾牌真的会死啊。那我现在，可以裸装跟你们一起去探险吗？我忘记那个。我忘记左手的按钮是按什么了？啊？是啦，右键吗？左按钮，左手按T 吗？你在说 T 还是 F？ 对对对 ，F。我先换手就对了。对。哇，钻石啊，好酷啊！你走开，你不要跟我讲。让你挖到钻石啦，好强！哇，恭喜！哇，还三个！你是宝物猎人？哎，等一下，你有铁镐吗？你有铁镐吗？我没有铁镐啊，所以我要 那先不要挖，欸、不要吃苹果，不要吃苹果，我挖到一个，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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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苹果，谁确实确实没事没事，你可以吃鱼，确实的，那哪里确实，谁有铁镐？我有哎、欸，你要过来吗？我直接给你，我没有吃的，没关系，等一下，不然的话就不会断了，哎。我的饱足度都不会下降，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只能吃菜哎、欸。对你下次吃菜，这饱足度从来到现在都没下降过。我想要吃肉，吃素，请吃素。看到这么多吃牛仔了，先不吃。昨天我烤鲑鱼，你打几去哪？不是说那边烤炉。阿静，阿静下线了。烤炉，我要偷他家的酿造台。这里烤炉，阿静怎么这默默的就下线了？他刚刚有说啊，他说他先笑一下，哦、他说我先笑一下哦，然后就下去了。你要模仿一下就对了，这个下面的。那命名牌现在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要、他等一下就回来，我就跟他说。哎、欸，他这里有萝卜哎、欸，偷一下。那你不能平常偷的真的都是你，然后今天特别乖，这样子不太对啊。我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会怕、啊、怕一下好不好？你平常哪有在怕的？然后你有挖到石头吗？给我一下怕起来放啊！不是啊，要先讲。嗯，九桃，我刚刚我也要钓，没有项目了啊。看起来有多的钓竿吗？有线啊，你可以做。项目跟石头放进去，哪里可以做？他们应该有放一些线。
配齐。钓竿是用三根木棒加上一根线。附魔书两根线。哎、欸，贯穿四强力四哎、欸，那个，给贯穿四强力四这两个冲突了、欸，一个是弓，一个是十字的。只有你看只有一根线，没有办法做钓竿。没办法，我们线我有线啊、哦。我刚刚家里不是有放吗？新的线，我刚去看只有一根，哇！那看来我只好用手去撸树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版本挖到的那个几率差很多啊？对啊。哎，我要玻璃，因为深度也不一样啊。好像好挖很多哎、欸。版本那个深板岩超硬的哎、欸。我们盖三楼就好了吗？河豚，哎、欸，这里也要水电梯耶？哎、欸，不用不用不用。哎呦，还谁？就嘞，我刚不要动，不要动。可以吗？哦，听到听到声音。嗯，身上有面包了，可以试一下。不好意思，我需要这个。我离你远一点。哦，谢谢。嗯，哦，你在学我用听声音钓是不是？因为我随时要看一下什么聊天啊什么的，就我没有办法全程都挂在听声音调超方便的吧？笨，各位朋友，请问有没有煤矿啊？我那边很多，你可以去玩。来，我先用木炭顶着用。木炭先顶着用。这里有挖到，等我。会需要大量的木炭或者是煤炭，我要做引火。我先挂一下机，我先买个东西。哎、欸，我钓到热带鱼了耶！对啊，没有啊，那死掉的热带鱼。哦，死掉的，很死掉的热带鱼尸体。不是，死掉的我不需要。这里竟然会钓得到热带鱼。会啊，热带鱼可以拿来干嘛？可以吃，喂猫，不能它也不能吃、欸，喂猫咪而已了。欸你刚刚把我那个烧的煤炭拿走了，谁呀、啊？那么过分？嗯，谁呀、啊？把我的煤炭拿走。煤炭，我没有拿煤炭呢、欸，我只有拿木炭。对啊，有半组就可以下矿了。半组对不对？木炭烧的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被我拿来烧了，抱歉。你说什么？哦，好吧，没关系。铁镐，拿来烧就算了。哦，好像是。那你在哪里？帮你拿铁镐。没有，我在跟猴子讲话。哎、欸，不是，等一下你把铁矿。好，帮你送资源上去。啊、可以施舍半组火把给我。咖啡色。来，我给你。还有什么运上去的都丢给我。我没有火把。我在这里啊。鹅卵石。你三楼要用水族馆是不是？对啊。OK， 要懂的。我直接快速获取资源了，又砍的。可以喂新的生物。够吗？够吗？永远。永远。有还够够够够啊！我们这一版应该可以挖一个。我们现在没有熔岩了。有吧？这版有熔岩，这版有熔岩、哦，但我还没 有。有，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哦，走啊，走啊！啊，胡子再帮我拿一些石镐。好，所以我们的矿坑在哪里？对，我要石镐跟铁镐。来，我正在从矿坑里面冒出头来，你等一下看我在哪里。没事。我想要附魔的要干哦，是，对啊。你胡子跟我说你在哪里？你要看到我从地上冒出来了吧？看我怎么知道看哪一边、啊？这里的、啊，哎、欸，不是，你就看，你就看有一个 ID 从底下慢慢这样子跑出来啊。在房子的面对房子的右边。面对房子的右边，那看来就是完全。这个野蛮人。不是啊，为什么？这里。哎，怎么会有两个矿坑？这里。没有啦，胡子在这啦，欸、胡子在这啦。哦，胡子在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哎、欸，福建胡子在另外一个，哎，在这里。奇怪，我是想白盖的楼梯真棒。好哦，为什么刚刚那边有一只死鱼？我要带铁镐下去，乖乖，你的铁镐。我的铁镐在这里。我在你后面。这发现了什么酷东西？哎、欸，我丢成玻璃了啦，太搞笑了。有发现了，底下有钻石。铁镐、啊。一口，一口，一口。你要吗？铁镐借你。你们怎么在这里？是铁镐，发给我了。我给你了吗？等我一下哦。我已经拿到铁镐了。哦，我还挖了一些煤炭。刚刚是不是有人需要煤炭？
这里是我们查到那个铁矿比较多的地方，这一层，这个平台。所以平行挖就好了，是不是？对，就是你们就是左右挖，左歪走对吧？往前挖一个平台，或者是左右挖都可以。好，暂时美之美仪讲话，你为什么都不说话？而且我这个钻石超大，可以讲话。哎，木头好缺啊，木头。会一直够深吗？好赞哦！所以哦，湖标要丢在比较深的水啊。我拿了七个钻石哎、欸，这个有差哦，好大一桶。好，我要贴稿、哦，我需要贴稿。好，我需要木头啊。给你。喂。不知我丢你身上了木头。哦耶！没有啊。哦，我看到。还有一个妹子没？哦，有，没事，看到了。挖三步又挖到。其实。啊，这游戏可以悄悄画，对吧、啊？酷，应该要再下去两三格会比较好。你有什么目标吗？啊，十一点了，因为你挖这一层，你挖这层钻石是刚好是在脚底下看到钻石。可是我是要那个、欸，哎，我是想说要挖铁。哦，你不需要钻石是不是？钻石也要啊，就是基层的东西都给它挖一挖这样子啊。啊，所以要再挖东西比较好。我是喜欢在十一层挖啦。第一层就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意思，对啊，那就再往下一点吧。海边掉东西会有差、啊。我的那个，我的那个游标不见了，我按到什么东西了 ？F 1 Oh yeah， 果然是天达人啊！什么叫天达人？在海边掉没差、啊。F 有小麦吗？我要先。F 跟师傅，我去上面放小麦。嗨 ，F 跟师傅。来，你刚才说小麦来吗？是你。哎、欸，菜渣，你有看我们家的水电梯吗？还没，我来看看。嗯、很漂亮哦。石头给我，石头给我，我有带那个木棒下来。哇、哦，好棒哦！是不是很漂亮？不然是我幻听吗？是在刚才有人问说谁而已吗？小麦，给我石头。要，好的。飘的浮标。哎，没有看过头哎，要，没错哎。哦，那你可以自己做吗？对，这里再跳这个。好，它的深度。嗯，这里你后面，你后面。哦，原来是长纹哦。如果海边哦，海边在哪个方向？十三。好了，就在这里开始挖平台。对对。好。海边。今天我们哎呀，一个往楼下走了，是不是？改变策略了、啊，我们要再往下一点点。哎、欸，阿繁星，你叫继续往下挖。十一啊，这边十一会日落了。十一是不是啊？啊，晚点再出发好了。有人有羊毛吗？我要去捡。家里有羊毛啊，超级黑色的。哦，看这边的石头好硬啊，很硬啊。那个，大家有？嗯、那我还是继续挖铁好了，放弃。大家有带煤回来吗？我刚刚有带一些回去，我在马上就不见了。我刚刚丢在我身上，没有哎、欸，我身上没有，被谁吸走了？可能被别人吸走。哇、啊！这是什么？曼尼拉，太硬了吧？白痴石头。曼尼拉，我们是在村庄区域啊、哦？吗？不知哎、欸，哦，钻石铁镐来，用屁，真的哦。啊，你自己怎么买的？我们没有线啊，我想说这边都大家都有了，我是石器时代的人，好巧，我也是石器时代的人。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看起来就像是23世纪的。哎、欸，繁星已经下矿了，我在这边陪他们 啊，我大家都下矿了，他们需要我，那我继续砍人，好、啊。嗯，量产一些多点熔炉、欸。我现在是很缺，我也正在想，我也正在想，是哟是哟是哟，很缺线吗？你缺线吗？没有缺线吗？我们现在是很缺线吗？蜘蛛好多蜘蛛，来吧，啪嚓，啪嚓。啪嗒，一下，有，就是啪嗒，
煤炭。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蓝莓，蓝莓在哪里？我在挖木头。哦，送死吧！你好吵哦，你木头是用挖的？对啊，酷哎、欸！想到吧 ？Creeper， 欧美挖树根的意思。Creeper， 你看吗？挖树达人，这是什么声音？你为什么不讲？我来，我也要吃那个。我自己在打。我没有蜘蛛了。哎、欸，我们村庄其实离我们很近呢、欸，他们都到底会不会被屠村啊？我有点担心。那边时间是冻结的。我先屠了他们，因为是哦，对，因为刚刚我过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掉落物在那边啊，我就问他阿静嘛，他们说已经离开一阵子啊，可是那边掉落物还在。哦。他表示那边时间是冻结的。哎、欸，有红石哎、欸，就不用担心，对不对？嗯，有红石吗？有红石。我现在靠近，我现在很靠那边呢、欸，没事吗？要用什么挖？晚上吗？铁镐。对，晚上。那有点问题。没有铁镐。那有点问题吗？那我先回去。那我先回去。我要往这边走是？那我往另外一边走。好啊。复工哦，对，复工。哦，是金矿，这是金矿吧？无限。哦，是铁矿，哦耶。是金矿，我需要金矿。金矿也要用铁挖哦。哦、嗯，这个是什么？哦，那你帮我带东西回去。哦，那个黑色的很难挖呢。人盾才能有防御。好，我常常我们新石头怎么那么讨厌啊？对啊，你爆啊，你爆啊，你爆啊！盾牌那个古力怕用盾牌挡也不会受伤啊？不会。盾牌是万能的。嗯，请问一下，红石是要用铁镐吗？对对，红石用铁镐。哇，这边煤矿自由了，赞哦！我很缺，他在水里也会爆，但是不会破坏地形。好，接一些煤走。哈哈哈！哎，怎么没掉东西？怎么有两个爆炸声？你有拿上去了？啊？怎么就没有？就是两只鬼炮。哎呦！楼上要睡觉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不想点到我的床，我不想点到我的床。你的床是哪一个？不小心点到。上面是天黑了。你要什么颜色的床？你要？那我已经做了，我是蓝色的，我没有告示牌，我在。啊。我是最左边的那个。心动是怎么敢生存？最左边的那一个。我家帮你用。这叫你没有。我是尬在墙角哎。养妹妹。你这个都没有剪，我现在受不了，自己做铁镐。哎、欸，那你们这个外面是用什么？用楼梯吗？所以我只能自己撸。那二楼我在想再用哪一个？这是用楼梯盖的吗？酷哎、欸！外面爆的话就盾快爆了，你要小心哦。你说在把爆掉的一瞬间，然后古力巴刚好也炸的话，你就死了。然后外面我想要用草丛跟花，这个画面对啊，我觉得外面用花很漂亮。对啊，家在用。没事，我离家里很近，就算爆掉了，我可以很快回来。我没有盾牌 ，QQ。那时候用肉体去挡了。对啊。你看，你挡了，你的宝石度也回来了。好哎，好哎。很赚。看破绽的部分，哎，我怎么有复光在这边？小僵尸。杀啦！小僵尸，等等，我们会有一只蜈蚣在。你要被又有小僵尸，又有蜈蚣，不行，这难度太高了。被 KO 了吗？你下来，我帮你。哎、欸，好难打哦！我们家也有僵尸哎、欸啊，我下八个血啊，把他打死啊！废物，乌龟不是乌龟，龟龟哦，乌龟、啊。我有喷装哎。你要那个吗？黄金腿裤。哎、欸，没事没事。哦呦呦呦，哪里？哦哦哦，怎么那么多只？嗯，哪里？我支援了，支援你了。后面，我们家后面被一大堆怪突袭啊！你们都不有人死了，现场了。不行，我也快挂了。我帮你。好，我先吃。我的装备。废物。那、啊、我的装备在哪里？在这边的地上吧，我不知道，我没看到。我刚有闪开，我没有踩过去。好，可能喷到水里面了，我猜。在水里面。啊，对，在水里面，在水里面，一堆东西浮在里面。这个地方好多人哦。牛盾牌，为什么你可以？你为什么你是黑色的？
你好帅帅，为什么你可以是黑色的？我赢，你有哎、欸，我捡到你的黄金头盔了，我捡到黄金头盔了，被我吸到，被我吸到了，这里这里。我捡到剑矢，它其实是僵尸的，还哎、欸，有可能是那只金装的，有可能。对耶，你有铁吗？你有三个铁吗？没有，我铁没了。我有铁啊，谁要铁？都没。你是谁？你在哪？你是哪一个？我是回来。嗯，瑞回来。回来。不累，门口哇！僵尸 VS 过了弓箭手，过了弓箭手。文心，你的稿看起来怎么那么高级啊？我的铁稿爆了！你在哪？我跟你换吗？我要挂，我要挂。不要挂！哎呦，掉出来！跟你换吗？文心，你要铁稿哦？哦，没有没有没有，刚是拿了符纸的钻石，拿来做钻石稿。我在找岩浆啊，想弄附魔台。太高级了吧！你没开声，你刚刚过岩浆。哎呦，你打到我了！我说你说从天而降，吓我一跳。繁星，谁？这里不是有岩？走，蔡大，我们下矿。哪里？要下矿了？这有。有哎、欸，下。花花嘞？等下奥德，我在楼上。军装要穿吗？出来看，我看。刚刚下矿的这一层有岩浆，我捞一下水，我捞一下水。碎碎呢？看一下，捞一圈，捞一圈。五碎哦，碎哦，碎哦，我上不去。五碎哦，五碎哦。嗯，白天了。前方有蜘蛛，你后面有苦力怕。哦。嗯。我过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边好多铁矿，好多铁，所以蜘蛛不会被消失，但是苦工会。蜘蛛不会啊，蜘蛛大概中午就会不见了，跟苦力怕一样。苦工啊，为什么会不见？铁矿矿车，矿车是本身就会有的，麦块本身就会有的。奶绿在挖矿了，在哪？嗯，放啥的？我用安全一点的挖矿吧，我要去找粘土了。要放是被烧死吧？哈哈哈哈。来个安格。哦，这里有前期物资，你看他这样，刚如果没挑那个，他就直接掉进去。结果我看到有个人举着盾牌缓慢的推进。我，就我，嘿嘿嘿。哎，还有在伐木的吗？哎，你有食物吗？没有啊。你好烂哦！我揍你。你好烂哦！天哪！我没有穿，不能这样。那铁，你前铁，好吧？啊，好难补血哦。有人有钻石高，对啊，这个胡子的完好。冰桶条。我觉得我们复兴速度很快，跟昨天有。对啊，因为人太多吧。没有没有，物资差太多。而且加上这边是平地，平地很好吃饭哦。很好吃饭，很好办，很好办。我刚也听成很好吃饭，我想说我也是，我不好意思说。你还一边嚼一边说，对啊，对，我在吃莲雾了，我在吃莲雾。很好吃饭是什么概念？就很好吃。哎呦，安德，我听到安德的声音，饭很好吃。在我们家还太强了吧？在哪里？在二楼。干掉他！他在二楼。现在下雨的话，安德不是怕水会怎么样？断水啊！他躲到室内。安德呀，你揍他吗？我揍了。好，你们揍。好，呀，哎哎哎，对啦。痛，我要死掉了。他掉了一块草地。不错。漏水了。因为天花板没盖完。哎，怎么有人？我不小心按到中间珍珠，然后就往前顺了。还可以不小心按到。然后我想说按那个海带，然后按错键。哇！海带在三，我按成二。蜘蛛眼可以拿来吃，附魔吃可以吃，它可以吃啊，会中毒。哦，怎么了？没错啊。哎，有纺织机耶，可以做那个旗子衣服。对啊，可以做兔子旗子耶。哎，下面有的为什么僵尸？那个是那个好远哦，救命啊！
差不多这一层，很多是这里吗？哇，原来生成岩石本身也会再埋别的矿啊！哦，有钻石哎、欸，在喽、哦！你们，我要捡到钻石，很会挖钻哦。没有，是因为版本。哇，真的有超、哦！韩星关灯啦，超多，版本差超多的啦，真的有超、哦。韩星，我要点一下钻石、啊。你过去啊，你过去啊，这里还有，这里还有食物吗？有，你要什么？就是我刚丢了很多海带给你了吗？哦、我过瘾了，可以给你了。哦，你只要这样子而已哦。你太过瘾了吧？天哪、啊、！OK 吧 ？OK OK， 你太过瘾了。我要下矿。你的稿是附魔了是不是？还没啊。我看下矿，先等我一下，我做下面包。所以我现在要挖附魔。那个、我没有搞，我只先做一个石稿盒。那个花没办法种在草上，对不对？你不然就是隔一隔啊。哎、欸，我可以做铁镐的。下面矿长怎样？我要看看、啊。一样，就是新版本的矿。哎、欸，好可爱、啊。我说你们挖的很大片。我们是不是有花盆？哦，还没。你往下走就好了。泥土，我去挖，我去挖。泥土对不对？对，我去挖。烤羊肉哎、欸！啊，吃羊肉。吃羊肉，我刚烤的，新鲜的哦。下去挖矿的人。对。我们家会有铁吗？会。我要铁。下矿。谁要铁？我要铁。好深哦。我要。等一下。好，我给你。我去。下矿的人，下矿的人，等一下，食物不要了。哇哇耶！哇，可以升到食物，快！哎呦，后面那个。值哦。一个。你帮我拿去给福清。我在烧新的铁了。好喂。一人一个，这区是没人挖吗？这里都有新的铁跟新的金。哦，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发木工啊？哦，有哎、欸，我是熔岩哦，好哎、欸，下面在下面，哎，熔岩哎，可以这个，哎，我挖穿了，这里是哪里？你挖，我挖到那个峡谷了。我挖峡谷，哎，不是峡谷、啊，这是哪里？箱子里面有东西，这就是铁岗呢。哦，我挖到一个洞，哎嘿，想一下，等一下。我猜你们应该不会往这一块挖挖挖，我就挖这里了。这些熔岩我好想要把它拿来当燃料、哦哦。真的，我去弄个铁桶好了。想吧。对啊，我身上没有火把哎、欸。这边有啊，哎、欸，这边有一条道路的尽头是熔岩，你不要一冲，那个等一下下来的人小心不要直接冲进去哦。我怎么觉得马上就要来了？还是你们可以把它堵起来？绿的尽头。我拿了一堆红石粉，有人需要的话去仓库拿。Thank you。火炭。红石粉。红石粉可以合成红石砖，对吧？对。红石粉。太远了，没有挖到红石。哎呦，干嘛？这什么垃圾桶啊？对啊，为什么好像东西好多？哦、对，真的。就是那么闪长眼烂垃圾的玩意儿。哎，所以。所以生板岩碎石就是现在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这什么地方？它就是鹅卵石啊，较硬的鹅卵石，已经食物了。它可以拿来做东西吗？食物了，还有泥土啊？有啊。没事，你走开，土地派。对，这样子算一下，好像是要铁锭。铁锭有在烧了，在那里。啊、那个，等一下，有人需要地图吗？我可以做一个地图出来，然后给出去的人用。就走出去，地图也是看不见的、啊。看一下、喔，这样讲好像走太远，对啊。至少一定范围内还回得来。你太小看我们。嗯、反正我就坐在放在那里，然后有需要的人自己用。是这个吗？怎么看起来很没用的岩石？耶、yeah, ，我带你。三眼啊？耶、yeah. ？还是这是什么？生板岩碎石吗？对啊，没什么用。不过我们之后如果要做运动会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各种材料都要有？到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羊毛。为什么？比较好盖啊。哦蓝色的羊毛，对不对？对，所以要赶快盖。我们要大量繁殖我们的羊羊，对不对？嗯，我们需要大量的羊。胡子，面包。哎哎哦，谢谢。生板碎岩石可以拿去生，拿成
烧成砧板也。资源多一点的时候再做温室。和，嗯，和。我们现在是大型生态域哦，你们知道吗？什么都有。不是，是我先把地形是16倍。嗯，对，地形会变大。哦，因为你想要一个16倍大的庭院，对不对？哎，耶！哎，这上面有东西耶。我们的，我们木头要放在哪里？大家说缺木头。我要多一些煤炭上去。哦，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方式。有缺煤炭吗？进去。有缺。然后车再给你们用。什么？要看我的 BP 吗？乖乖。出来一下。为什么这两张空白地图？你花盆要放在下面。如果你们要出去的话，可以用。上面可以放吗？哎、欸，我要放上面，好可爱哦、喔！上面好可爱哦、喔，酷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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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矿了。有人把玻璃收去哪里了？哦、在箱子里，箱子里，箱子里。啦。好。不好意思。没事。是多了。哦，干嘛？哈啦。有35个没有。好了，我拿回去。谢谢，缺煤，缺煤。人造雨太大了，的样子，看一下。我干，嘿，还好吗？吴谦，你在我后面想干嘛？你是不是想推我？怪怪的。没有，我这里有56个，放进去的。怎么还有泥土啊？放进去。泥土那个整地主的不是挖了快一箱出来了吗？对啊。我在挖，想办法，我在找钻石，但是。我们家大门口怎么就是你们的矿场？我差点拆，我差点，你可以用成梯子啊，用梯子啊。弄好了吗？什么？用梯子啊？水桶。对啊。是啥？安山岩哦。给你。谢谢。木头，木板。水桶不嫌多，再做一个。水桶不嫌多，找不到钻石，可恶！我今天至少找到一个钻石，在下啊，哇！我们的矿坑入口怎么了？这么刺激，苦力怕，在我跟你之间，太可怕了吧？的连接真的啊，好恐怖！我倒水下去了，要逼我？哦，铁矿哎。你听到我们现在是15欸，15会有15不会，要14。Shit， 要多少？14。你刚刚楼梯走，我们那边到11啦。11是我比较喜欢挖的位置。哇，那我要继续往下。为什么要放水？哎呀，怎么刚刚就有苦力怕你？哇，楼梯淹水啦！哇，不好意思，我修好了，修好漏水修好了，等一下，等他一下。很多。如果中间有火把被冲掉了，要补一下。我补好了，补好了，补好了。哇，这个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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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下来。那我这一层，这一层比较好挖得到。好，等等，我先把我刚挖到的。哎，垃圾，垃圾可以丢哦。嗯，隔壁有岩浆。哎，那个，你的岩浆吸了对不对？变成那个了。好，没事，没事，没事。哎，墨西哥顿口员的声音。还是墨西哥顿口员老、啊、哪里找不到他？你在哪里？你在我们这边吗？对，要空水桶吗？要对水桶。你们是分三兵分三路是吧？对啊，看你喜欢哪一层啊？三百路。对，那我带着一人兵分三百路。那我要隔壁的回头路，这样。然后岩浆，你是一格一格挖还是两格两？每一条路都是两格两格吗？一格也可以。还捞到。两格是主干道啊，我会习惯中间再这样子变成一格的过去这样。哎、欸，哦，怎么挖穿了？就我刚有遇到奶绿啊，挖到好可爱哦，谁的家之类的吗？捞到粉红色的，六角恐龙吗？
对。哎，赶快养它！要养在哪？鸟有点大，谢啦。养它。咦？我以前的大学同学说我长得很像六角恐龙，这是称赞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应该不知道哎、欸。应该不是吧？要养在屋顶吗？好啊。它可以跟之前一样啊。它会吃其他的鱼吗？会，它只吃热带鱼，可是要吃它会攻击鱼。有人提醒菜渣记得喝水哦。什么？几口？不知道。就喝到觉得有饱吧，怎么办？我现在收着，放我身上好了。好，上面楼顶灌好水，我再放养它。好，我正在放养它。别挂，放养。我要喝几口，他怎么默默就被有人被苦力怕炸死了？谢谢。啊！不要攻击我！好暗哦。两火把吗？两口，嗯，两口。没有，只是太高了。嗯，什么？又多一口？关好，关门。我肚子在叫哎、欸。吃宵夜啦，不是那个叫，晚餐的麦当还没吃完呢、欸，吃挂包啦、欸，他怎么又挖穿了？那就是有别人的鱼骨啊，挖穿没关系啊，没关系吗？就跟你讲说这边已经资源匮乏，把楼梯给挖穿了，抱歉喽。不知道是谁的楼梯，应该是奶绿刚刚有在这边挖，那我就顺势往下挖，对，为什么是我的吧？大型十字路口，对，那、啊、火把要插好就好了，再量产海带。是迷路吧？这样。那我这里说，这个火把要插好啊。哎、欸，我的，那也被你去的时候一路都插右边呢、啊。哦，红石。下去送下石、欸。红石就可以做坏坏的事了。啊！不要再如果要下来的话，可以带一些木头下来。我已经准备半了，我好像没有木头，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你要木头，我有。我差点被电到死，在哪里？已经只能玩到十二点，我再来要做很重要的事情。在哪里了？啊，我在家里附近而已。那莲子掉，帮我把那个砸走。杂种，这个是玉吗？看这个伺服器的话，我的东西哪里有没有吸到？吸到什么？啊！布兰梅，你怎么死了？差点死掉。哎、欸，我的东西呢？我还有东西不见了。送食物，快跑！欢乐送。我没有吸到呢。有下来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底下已经被刮掉了吧？烧好的这些矿带上去。对。好，我去带呗。还没有挖矿的其他食物哦，奶绿不要倒哦。哎、欸，我的东西不见了、欸。完了。哎、欸，迷路在哪里啊？哇，我的泥土。泥土很贵重哎、欸。糟了，我要怎么上去？为什么东西会不见啊？走一走。水里。水里没有啊。嗯，哎、欸，谁挖的？怎么可以只挖出草地啊？哦、感谢。草地？哦，你是说在箱子里那个吗？啊对啊，安德的，不是你是说班里面所有东西？那个是他打死安德的，就是像什么碳啊、钻石啊，然后铁已经烧好的铁啊这些的，因为已经没有啊，红石粉这些，因为那个刚刚那个垃圾桶掉了，我连水冲成冲掉了，我要石头没有办法丢掉，石头在这箱子里，可恶，挖到钻石，身上有没有泥土啊？石头，但是楼下的箱子里面有一个泥土。我要拿走，虎仔啊什么？石稿最左边的箱，最左边的箱子。石稿冲上去了，嘿嘿嗨，那个嗨回来一下。你把泥土丢回去箱子里面，请把木头留下来，然后石头留给我们，留两组给我们。对，两组。我们要做工具用的。你们在哪里？好 ，OK。这一箱都是泥土。
啊，对，那个草是 Enderman 拿着的，对吧、啊？哦，我就在想，怎么我们挖得出草地？土啊，是个搬运工啊，是吧？我现在都没工资。我也要死搞，我也要死搞，挂穿了，太烦心，哎。蓝莓的东西不见了，怎么挖穿的啊？不见了，然后我的泥土也不见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你给我铲子，我去帮你挖。等等，没关系，我挖就好。有岩浆就可以丢垃圾了。你要吗？快点啊，这边来找我。没事，小问题。那三桶熔岩被带上去了，是不是？嗯啊，三桶熔岩，你们缺食物吗？刚刚、啊、对，刚刚有带上去了。三哎、欸，那个熔岩是我们下面要当燃料的，那个不要带上去。食物，我有，过来。哦、我带牲畜。哎、欸、呀、啊，那个方你，你拉回啊。那个木头跟石头我也要。怎么了？你抓食物。我有，我够。好的，谢谢你。不过这趟没有东西，我要换。吹地就有锅。挖到隔壁了。现在是怎样子？队长，你身上有工作台？没有。有没有没事，我现在有，现在有了。泥土，你把泥土放到哪了？弟弟，结果那泥土也不是有箱子放泥土的吗？可以箱装泥土哦，箱装泥土。哎，挖他隔壁那里放泥土，不是那个、啊、箱子里面呢、啊？哪个箱子？左边这箱都是泥土哦。在开的这个没有啊？这边哦哦，粘土不是泥土哦。哭啊！其实我刚才也，你刚是说泥土啦？真的假的啦？被钻石泥土、啊，我文重修啦，挖钻石喽！有那么多？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好大，好亏哦，东西都不见。嗯，怎么这样？你也在矿坑里啊？不知道是被炸掉还是被捡走。感觉炸掉哎、欸，应该是苦力怕炸到。那他组的时候有苦力怕轮流炸、啊，苦力怕就是小 B 区啊。没错，我认同小 B 区。哎、欸，所以我问一下聊天室，有人知道那个吗？喷装的范围是可以调整的吗？要，不要射我！不要射我！不要射我！应该有这个设定，是不是？救命啊！看谁先说的，肚子上的人，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哪。哇！哎，你怎么输掉了？哇！为什么？我看到什么？什么事？哎、欸，这个僵尸是一扎刀哎、欸，一刀哦，他带一刀是不是？啊、真的，这好强哦，三杀了，是说那个三杀了，三杀是有菜刀，这不是也屠杀？屠杀！输掉了，人生存不能，好可怕，屠杀！这是铁狗，这是铁狗，赶快把一刀斩的图腾拔掉啊！走到啊，走图腾走到啊，好斩！哎，有苦力派，我去把苦力派打走的。我要回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啊！你把引开一点，哪里有什么一刀？他离我们家太近了。嗯，好。哎，农作物，等一下，不要站那里，不能站那里，我把他打走。麦当劳欢乐颂。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不要。对啊。有没有指定是让那个谢小心人的？哎、欸，等一下，你把喷太远了吧？还好，没事，没事。他、嗯、一刀斩到我这边，我怕爆。我把他一刀斩僵尸地方了。一刀斩僵尸死了吗？哎、欸，我的好像死了吧？他好像跑走了。哎、欸，我的铁剑，我铁剑消失了。我铁剑是被捡走了、啊。你猜啊？没事的、啊，我的两组粘土都没了。主哦，苦力怕真的很该死。该死的，没事，我再做一个铁剑就可以，没事的。没事没事，铁剑不重要，粘土比较重要。你是想讲泥土？粘土，粘土可以盖漂亮房子哎。漂亮房。对啊，漂亮房子。为什么我东西可以喷这么远啊？我怎么这么会死啊？没有僵尸。怎么了？这声音完了，我很怕那一刀。这些话题我觉得不行。咦，怎么了？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我们后面怎么有僵尸？没事。最近你看妈妈盖漂亮的房子，哎，你要不要来看？你看得懂吗？哇，哦，
好多奇怪的矿、啊。我挖到别人鱼骨来哟、哦，好白了、啊，是从哪里挖过来的？我们的鱼骨有没有一点方向啊？感觉我们就是一条又鱼骨出去，一条又鱼骨出去，这样就会打到。我遇到都直接穿过去，就继续穿啊。你说直接交叉这样子？对啊，就不要停嘛，继续穿过去啊。不要停。最近跳下去的那个声音都会很重的感觉。哇，又要到钻石啦！我今天是钻石大户。你好棒哦！499吗？什么梗？什么东西？499 get 不到，加 ID 嘞，突然安静。get 不到哎。我今天是钻石比赛冠军。我们家里附近有熔岩吗？不，有垃圾桶吗？没有。我记得有啊。你养猫？我记得矿旁边不是有放一个？龟龟，你可以把六角恐龙带回来了。是啊，好，我等一下回去。我的弟弟。那个好像猫咪是那个吗？天晓带回来的吗？应该是吧，不在了。我记得我刚才看到天晓带猫回来。我们有羊了，有人带羊回来了。我们家附近超多羊。哇，他没救过主意。好哟。他没救过主意。我要配口。哎呦，飞口，我都不看那种东西的飞口。那个口还有哪些啊？飞口阿后裔，还有什么？阿后裔吧，还有七吧。啊，对，还有啊，还有什么？阿斯瓜拉，然后阿后裔是马林的，飞口是啊是谁的？统神啊？怎么了？统神，你或者是露西亚？啊，为什么会烧起来呢？神露西亚不是？为什么刚刚会烧起来？谁都像啊！露西亚莱美像吗？莱美好像。哎、欸，不对，线很重要，我差点把线丢了。哎、欸，我有一堆小花瓶啊！我要。你做坏坏事。草地会燃烧。真的，谁说的？啊？谁说的？因为我刚烧起来了。啊、他包而已，不是会燃烧吧？石头也会烧啊，你知道吗？石头也会燃烧？会烧，会烧，但不会燃烧。我们草地会吗？等一下，报应？为什么？你说，好吧。疗愈。有人有加兜吗？加兜没有。加兜我放在那个箱子里。加兜我借走了。哦，我需要急需的加兜。对，等我一下，我等下马上回去，我等下回去了。好，我怎么那么会挖？我又挖到钻石了。怎么那么强啊？哇塞！我的战士真的丰硕，这样子，我们资源快速发展，我们就不觉得你们快回来，你们快回来，出游了，你们快回家，有人要来屠村了，来，准备好了，哪里？别这么嚣张，一刀，在前门穿过农场，这条河这里，我看到了，我这里，我这里。标点，哪里？哎、欸，卡住，哪里也没有？你们有看到吗？哦，是巫师，只有一只也敢屠村，三只，四只，哦，不止哎、欸，困难模式应该是六只左右、哦，好多、哦，而且他们拿十字弓也太过分了吧？对啊，装盾牌，哎、欸，我也忘了装盾牌，走，好可怕哦，好可怕、哦，不敢执行，我不敢去了。恐怖、哦！我准备好了，我们在地底非常安全。别动！11只首领死
哎、欸，他、啊、带着那个首领的那个诅咒，不要去村子里哦，自己去喝奶哦。我可以把它丢掉，丢掉没用，你身上有 buff， 你是不是听不懂？对，先喝牛奶，喝牛奶。嗯没有，不然那个村子就被会被毁掉哦。阿金，我们家有很多牛，可以吸一下。结束了吗？就这样而已啊。有牛奶，就这样。有牛啊，就说自己去捞啊。哦。哟，耶、yeah, ！我挖到钻了。想喝多少自己吸？钻石。哎，海龟。海龟。我想把海龟带回家，我想想我怎么把它带回家。他怎么带？那个带吗？等丝绸之处啦，等有丝绸之处，挖它的蛋回去。不然它会自己回到原本的海滩啊。它很烂耶、欸！你怎么它很烂？人家不能回家哦、喔。干嘛干嘛？哪里？杀剪刀。我你放在箱子里，不然你帮我。你帮我挖一个那个地瓜叶，不是地瓜叶，那个树叶，地瓜叶，树叶子吧，树叶啦，对，叶子，叶子，地瓜叶，帮我挖一个树叶，我会帮助你。我需要食物，你在哪？谢谢，我在这里，弟弟吗？我在，怎么完全没帮上忙？我刚刚明明就有打，弟弟这是谁？哎，完蛋了，居然没有很多，我在家门。都不要杀那只手。这个是斧子，在哪里？我不会去挖了。你帮我放在箱子里，欸、我现在有僵尸。走路回家。矿坑怎么有僵尸？不够亮啊！我好可怜、啊。你就知道刚刚苦力怕是真在哪里了吧？是不是这里啊？这里看起来很暗。哎、欸，那个前面有盾牌在跑步的那个人是谁？你有没有食物？你有没有食物？我吗？我没有啊。有没有食物？我有，我有。家里，你在家里吗？但是我可以靠近你吗？我只能慢慢走路，我饿死啊！你在哪里？我在采食物了，等我一下。我在沙漠的边缘。要来要吃食物的边缘，我在、欸、要吃食物的，要吃食物的自己来农场这边，来农场这边等，这里有大量的海带可以吃。我也想。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房子吗？有，我有看到，可是我只能走路，我快掉了。自己捡，自己捡。你有没有食物？耶、啊！来这里，这里有大量的食物，自己过来。哦耶！我们要铁石自由了。舒适的社会哦，我被烫到了。那个你甘蔗这边的水要不要放半砖？哦呦，不然不好捡。挖出一个坑。哇，好多石头啊！不，好多铁。我只是刚好在忙，没有时间弄。好多铁，我也好多铁。这是什么？没有毛。啊、哦。一下来了。哦，来了，我来了。草丛在哪？妹妹，你要带食物过来吗？这样子。我来不及了，我回家了。嗯、你加油。我现在你有食物吗？我有啊。色屁！我有。我在上面。我在上面，这里。等一下哦，我看看哦。你小贝贝，贝贝，小贝物。太多太多吧。Oh my god。给你一半，哈哈，我挖了六个钻石，十五个金。我们到了耶！有人有看到仙人掌吗？哦，没呢，没有。这边是沙滩，不是沙漠。不是，这边是沙滩，不是沙漠。是哦，有啊，沙漠在旁边。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啊？那你怎么没看到仙人掌？因为我饿死了。那个是沙滩吧？没有啊，那是沙滩吗？你有看到仙人掌吗？没有啊。那就是，不是不是不不不，不要那么准，不要那么准。那个装生词。身上的东西给眼睛给我，就是那些渣，你挖出来的杂物要烧的那些。可是我没有那个石稿。哎、欸，我可以回家了。我不满血就死定。哎，我还是要上去，还是你要？石稿，那你换。他不是说不能回家，是不能去村庄吧？不能去村庄啊！哎，我要上楼一趟了，回家你们可以把要上去的东西都给我。去睡，别溜了。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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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我远点，拜托。你们两个站在一起丢了，不然你那个翻那个，好啦，那个要丢的会丢到你。我没有丢东西哦。一丢三，没有丢东西了哈。我在一丢了。就这样了吧，好，拜拜，拜拜。
这里已经看过了，我插一个这个。看完了就把它封住。我还要给你东西。需要那种小废物。就我另外手要拿火把。钻石给你保管，请你不要死亡。好的。有僵尸，那个天下有僵尸在靠近你。所以现在钻石也是在神版岩城我发现。就十字一下。爸爸嘞？那个我在砍树。那个粘土的这一版可以用。农村有一只僵尸、可以啊。哪里？要隔几格挖？粘土钻石法。OK 了吗？两格吗？没有没有，它是。这要隔两格。外面。我丢了很多蓝彩带给你喽，可以插这个吗？这个可以。很碎呢，碎碎的。长门，拿到。你要干嘛？很碎呢，可爱可爱可爱。Okay, 啊、那我就挖你隔壁的隔壁嘛。赞赞。金砖。还有，地上还有。不是对。金矿。丢了。没有拿到，要怎么在水里挖快一点？其实我不用备粮我这边饥饿度完全都没在掉。那我们要怎么去二楼啊？顶楼啊？饥饿度是保持在十的状态。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饥饿度不会掉，死过一次都不会掉。你有跑有跳吗？我们东西是不是可以移进？就只有一直在跑跑跳跳挖开口开口而已。乖乖，到现在我都没吃过东西，好爽。为什么 ？bug。你杀了他看看，想去拆石旗子，杀了他就配有了，测试看看。这样擦吗？就擦在地板上。哦，还有谁是没有植物吃的吗？哎，你刚刚没有，你掉出来了。掉出来，好，我去插在我们家门口、啊，插在他们那个洞窟的那个。打通了，这法好快哦，帮你挖下来。那个我这边。繁星，我这边有挖那个熔岩，那个碳可以留着做火把、哦。没事啦，我碳号超多的。对，要吃食物，好多红石。你要改吗？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家这个要是多少，我又忘了。因为一桶碳就可以烧一整组的那个，就一百个，我知道啊。不是，一桶熔岩，负十五。然后哦，好像是负十五，负一百零五。是145跟105。好，看到了。我跳熔岩了，呱呱。闯挖红石而且是粉红色的哦，它是。对啊。少女熔岩哦。对啊，好可爱哦，我要去看。少女熔岩。在楼顶吗？我把它放在楼顶。你从这里走啊，你从这里走。你在哪里？老师嘞，我刚刚图没更新，然后我本来直直的走，然后突然看到四只那个中介使者突然伸到我面前，然后看着我，我赶快低头，吓死我了，差点从椅上弹起啊！你出来了吗？我在楼顶。那我要上去看。他会咬这边的鱼呢。对啊，我在想他吃的。我还想要怎么办呢、欸？就给他吃了，他那么可爱，这些垃圾活该被他咬。我放喽。好，天哪，我都有听见沙盒。好可爱哦、喔！哎、欸，怎么是黄色？我捞起来是粉红色的，不信你看，我捞到水了。正常吗？二楼可以稍微敷一下。你看，我还有我的桶子里面是粉红色的。你还有什么？好吧。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哦、喔！筒子，我需要那个筒子，我要去捞水。哇，49个铁，大丰收哎！还是我用一个玻璃把它围起来。好可爱哟、喔！哎、欸，我的楼梯还我，坏掉了。取名字。你吸到我的楼梯了，对。我要取名字。粉红恐惧。它叫做黄色的，它不能叫粉红恐惧啊。那他叫什么？Yellow 恐惧。不然叫香蕉啊。好啊，叫香蕉啊。很随便，还同意了。完全没有想到他取的意思。
好了，我要上楼一趟了。好，谁一直在打我？谁？不知道哦，给我。有什么带上去的东西吗？没有吧？没有。我现在还有。哦，出发。谁在打？这么没良心。我们的木头要不要另外一箱啊？可以，哎，我没有，去家里。对，哇，一上来发现整个上面都变得不一样啦。不是哦，一切都不太一样。哎，那个吊灯好漂亮哦，家里也可以做一个吗？那个有点贵，我等下帮你们，我等下做。欢迎你们。好，哎，我有楼梯呢，我给你。好，给我。哎，有没有弓箭射过来声音？啊。为什么正面没办法敲灯敲铃？可以吗？你要从正面啊、欸！石头镶在哪里？它有分正面跟背面的地方，你要斜的金属。你要不是对对对对。哇、哦！不睡觉，妹妹不睡觉，妹妹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哦，我被吓到了。哦，来了，睡觉了。睡觉，睡觉。猫在生气了。猫在生气，猫在生气了。我搬出了。游戏是不是？赶快睡觉，没睡觉的珍珠，卡住，还差一个人，还有一个，你就先退。哎、欸，我刚刚被打的时候也被吓到。哎、欸，刚刚哪一个？随便睡一张，随便睡一张。小红呀，吓到赶快进房子，你要喊起来。嚯、哦，哎、欸，起床哎、欸，哎呀，饭呢？吃早饭。那开灯了。你看我们这个一群人从、哦、一群人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也太好笑了吧？烧起来，太可怕。哦，好多好多，天上好多夜妹哦，天上群聚，好可怕哦！对，然后叫的，防疫配克。我第一次遇到夜妹的时候，我还在鹰架上面，差点吓死，直接被撞下来，太可怕了吧！整个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他。我想说你会被吓到，按到左键，然后你包括你刚刚怎么知道是突有突袭来的？我刚刚要走出去外面呢。走出去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也不会知道他们就会突然冲出来这样。对啊，我们一直有人被打的声音。嗯，我也好像。我们是不是需要多一点的箱子啦？石头箱也要一箱吧？泥土是要拿来填吗？还是我丢掉、哎？后面有个中介使者又搬着泥土过来，是在砍死他？哪里？哎、欸，他在，我看到了，砍爆他！我要盯着他。哇！他看到我了。下，你现在上，你很舒服是不是？哇塞！哇塞！我天哪！什么东西？这是困难模式哦。猎食者屠城啦！这是困难模式哦。我的天哪、啊！经过两位勇者的壮烈牺牲，我决定我不惹他了。没有啊，他在哪里？死了吗？他死了。那他消失了，那他没死，但他消失了。他杀了我们两个人就走了，好爽哦！少了一些东西。好狠哦，这个。错觉吗？见哦，听到他，看到他了啦。现在有个新成就了，拿弓箭射到中介使者会有解锁成就、欸？不可能啦、啊，射得到吗？你屁啦！你射给我看，你射给我看。看，我想骗人啦！你们不要那么快就走我。哦、就你这边、哦，我刚刚还想问，哈，那个成就的名字会是什么？成就名当然是百步穿杨啊。什么？哇，有八个钻石哎、欸，这个副矿，八个钻石，有22个哎、欸，这边，还有10个，22个钻石半组了，哦，我们要钻石自由了吗？我们半组钻石了，太屌了，有一人一件钻石装啊，有繁殖扭，整套的，哎、欸、好啊，再看，可以胸屁啊，可恶，一人一件钻石装，我们有几个人？我们十。12, 4, 6, 8, 我有点查一下，跟踪距离可以三什么吗？13个人，一人件钻石装，要104个哎。你说是哪位跑那么多？怎么要断？找熔岩了。跟踪。我又不会上去，然后结果鱼全部都死光，只剩下熔岩。喷装很好啊，反正熔岩那么可爱，那些鱼活该被咬，只有他们不当熔岩。被熔岩吃掉。对啊，他们生来就是要当其他熔岩的食物。不然你看好了，嗯，我要去盖熔岩养殖场了。哦不，你要去生，你要去生那个海那个啊，好漂亮。啊、你要盖的话，你在湖、啊、
水上面盖个平台、欸。我刚问的那个，我刚、那個、对啊，我在水上面盖就好了，像胡子那个神木那样的弄、嗯，它是零一下就可以。我没有，它是谁的金头？对不对？我不想谁的金头盔了。为什么想开防喷？我在农地边最看到金头盔是谁？那是我的，我被打死。纯生存，但是喷装的距离可以改吧？因为很容易被很容易吸到别人的。钓竿没捡起来，有了，白色的。钓竿去了。对，我们家屋顶就是熔岩，那个熔岩池。看我是熔岩达人、欸，熔岩会互咬吗？不会，应该不会。啊，欸、我发现，好像我发现这一块会自己生的、欸，可是这一块啊，下面这边这个洞，我它从这洞流出来的，对吧、啊？从这洞流出来的。有脚胶哎，有没有人有稿子啊？有啊，我有十稿。那个我没有带稿子，所以那个树叶上的我看不。喷、嗯、装的，喷装的英文是什么？下去，我来不及了，我下来了。再见。哦，我洗个澡，怎么了？等一下，怎么了？好，真的，拜拜。忘记呼吸。嗯，谁要稿子？Inventory。我有了，我有稿子。我需要铲子了，太棒了。Minecraft， 你有铲子吗？嗯，我没有，但我有熔岩。Inventory， 为什么要打我？铲子那个、啊、箱子里面有，铲子箱子里面有。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挖。铲子，上不去了。我们可以把没有，我们那个从别的方这边太丑，我要改。下去啦，这里都可以走这里。哦，我看看啊。为什么这边有墨西哥盾口熔岩胶？就是龟龟抓刚抓的、啊，抓他。可是我在地底下、欸，抓他。对啊，他在地底下抓到了，快抓他！他只会伸，我怎么抓他？拿水桶，要水桶不是铁桶、啊、要有水的哦，有水的捞他，像捞金鱼一样捞他。哦、嗯，龟龟来好了。什么叫 inventory？ 没有，没有，我没有打算调喷装，但是我想调喷装的距离。可以找到地上正中央有一个火把。哦，白色的也太可爱了吧！我要叫你。那是我听到声音的地方。白色是什么？枕头。白色叫枕头。什么？什么？那你黄色叫香蕉，你白色当然要叫奶鸡呀、啊。黄色叫香蕉，白色叫枕头。白色叫奶鸡吗？还有白色的水果、啊？还有什么白色的水果？美林火龙果有红的、啊，那是里面，那是里面，就叫枕头、嗯，枕头这么好听，可是一个食物一个物品不好的。哦不，十二点了，我的租约要到期了，十二点了，干嘛？鸡蛋，那只有蛋白、欸，那叫蛋白，蛋黄的，蛋黄的，有啊，蛋黄是它旁边那里面。馒头，蛋白跟蛋黄啊，十二点了，那我研究一下这个，就可以准备。嗯，不然叫他白云。白云还不叫许孝顺，白云跟太阳吗？白云跟许孝顺呢、啊？白云是会不会都起来了啦？会不会？你确定这边这些人懂这个梗吗？我的隔壁有中介使者、欸，我想把这边一大半部分的都填起来，看他会不会生乌贼，因为这边好多乌贼。对吧、啊？牛牛回来喽。嗯，好像没看到哎、欸欸。你等租约结束，你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我是故意要旁边挖。不是这样吗？你都怎么知道那里有中介使者？中的是，因为他有个那个、啊、声音的指示啊。是啊。在我的这个坑道的右手边呢、啊。不能直接把水填起来，是不是？要扶着。没有浪费。你叠这一层。哎，顶楼我想也用水电梯耶，盖在外面这样好丑、啊。对啊，因为我只是想说要上来装水。那你水电梯想盖在哪？你盖这一层吧，离水近的好了。哪一层？这一层吗？对啊，你这样看还看得到啊。后面好，后门好。把水盖起来，我还要游下去才看得到。哦，有道理。太亏了。哎、啊，靠腰。干嘛？耶、yeah, ，灯笼用好了，好水哦。你、欸、要用半砖吗？要用半砖吗？对啊。海龟能带回家吗？不用这个，你用这个比较快。Yeah, microservice. Yeah.
我们这里好多蜜蜂哦，好可爱哦。哎，你可以做温室哦，我跟你说，那个玻璃超多，现在玻璃很多啊，我可以拿来盖农场。耶，盖完了，但哦，再把东西移进去就好了。没有查到这个东西耶，所以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情？就纯粹是我误会吗？必须有，好像是我误会。奇怪，我看过，算了。指令包可以弄，哈哈，在哪里？你怎么搜寻的？来，我看一下。蜜蜂会飞进去家里，真假的？会啊。啊，我有断哦，没事。哦，我要搜寻什么？我又被打啦，我是要死啦！魔主不要打我！干！哇，在哪里？弟弟，不知道哎。可能我搞错了，是你是在你的那个矿坑吗？对，有可能是我误会。你为什么在矿坑里遇到咕噜？你找到洞穴啊？我右边感觉那是有人挖过的地方哎、欸。我没食物，我有。怎么？是不是太暗了？神怪了。我在我们牧场旁边，那边有水，但是我不确定那是我们的人去倒的，还是他天然。二点了，嗯，我在我们牧场旁边放了一个食物桶，食物都放在这边了。进度很高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休息了。对，我们先，我已经盖完，我们已经盖完房子了，对啊，我们已经暂时自由了，有吗？超多钻石，半自由，半自由，算是还不错啦。22颗，留下几颗？总共目前32啊。你相比一下昨天的那个产量，你就知道这两个版本那个钻石的那个真的是真的。我石头竟然用光了！哇，你已经找到发亮的啊！我箱子里有丢，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染颜色。等一下，我要染。好，我去拿石头。我要染。越南食物好。太渣我。哇，新的牧场。你在哪哦？有东西捡回来了。太渣，你看，哎、欸，人呢？哎呦，有人拿到荧光鱿鱼嘞！刚刚、啊，你刚刚不是叫我去洞里面钻，就一直在里面啊？我说我啊，忘记呼吸了。可以养吗？我说这个洞很我发亮了，对，它也发亮。已经你怎么都拿到的？这洞好。刚刚那个繁星有说他在箱子里面放了2个，然后就拿了一个。耶、yeah ！怎么会亮？调制的颜色啊！你拿染料，拿染料点右键啊！对，你告诉我。对，我们来把东西搬进去吧，然后就可以差不多结束了。跳不上去，我卡在洞穴里面了。没关系啊，你们可以继续，然后我去忙我说的那个大事情。没有，我也想休息，有点累。没有，我觉得今天可以休息了。对啊，我觉得可以。我们先状况抓好了。我们三张地图。我会发光。要跟一台吗？我刚刚先弄好一箱食物的下线。白星，你们为什么字会发光？有个东西要发光，荧光墨囊。因为我们因为有氪金，这是氪金的力量。哎，我们发光了。皇帝，哎嘿，升了，又升了，又升了，洞口又升了，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龙源吗？真的，真的，真的。你脚下，你脚下跳下去，跳下去，下面，你下去就看到了。哎呦，荧光没了吧？没有，我们现在是洞口。有了，我在捞，我在捞，我在捞。哎，金色的，看到金色的，我看到金色的了。哪里？在沙滩上，在沙滩上，我来抓，我来抓。沙滩上，哪里？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越生越多哎，哭啊！什么没打中跟中箭？没这件事哦。哥，我没有桶子了，我没有桶子，我捞了这只白的。我有，我有，我来了，在哪里？在岸上哎，他在休息。再继续玩一下。你面对沙滩，对，乖乖来。捞到了，捞到了。这边，以后你可以无聊来这边看一下，看有没有荧光墨鱼跟盾口鱼。应该是蛮好生的，那边超会生，我觉得。啊，现在嘞没了。你现在可以把我看一下哦。哎、欸，村庄怎么那么近啊？很近啊。龙源，好，我来看一下。超近的。你们怎么上去看洞口龙源的？
我们还没盖好。好，那就好。还没好多沙子，好棒。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拜拜，拜拜。我赶快上传那个，不会带路，记录的。走上去没有？我是叠上去，他们好像还没盖好。哎，我的箱子呢、欸？有人把箱子打爆了。对啊，没有录音。我在搬那些，然后我没箱。哎、欸，僵尸来了。我没捡到箱子哦，有人可以帮我把箱子搬进来吗？应该是有人把它拿进去里面了吧？那我把我身上的东西塞进去好了。啊，有人捡到箱子吗？水电梯，你们觉得要坐在哪一侧？看你。外面也要做一个，对不对？先放进来，先放进去，然后等一下我你怎么不帮我挖土啊？我想拿铲子挖，结果发现我没有铲子。哇，那个土怎么散落一地？安心，你觉得我们的水电梯要盖在哪？来啊，来啊，来啊！水电梯，外面的。外面是什么？要去顶楼的，有死蓝豆腐啊！枯工，我直接枯工啊！哪边的？这没有一刀了。我看到，一个陷阱我都去了。就外面没地方盖、欸，如果围成这样的话，这边还有这边，可以拆一些掉，可以拆，可以拆。对，今天你要盖什么？沙子了。哎、欸，是胡斯。不等什么？那什么？灵魂杀一些吗？好啊，就地狱，也不用地狱啊，海底就有了。哎、欸，好烫！不过你还在弄吗？对啊，我还在填。来了，我也来了。我想说把这边填完我就休息。我也差不多。我也要去。来啊！带你看好看。好看的。怎么啦？那村庄真的好近哦！我的滑鼠坏了，又填鹅卵石吗？好，那我去填，我去拿鹅卵石，等我一下，我要来填。不可以？怎么填？这样吗？就是用半砖把它上面这一层全部铺起来。你有看到这边？哦，是半砖哦。你这边有个巨石的，结石。哎，我不想，我用了两个。没差，大颗的，没差没差，你把它敲掉吧。那边有切石机，你去切成半砖。啊，我有啦，给你一些。谢谢。等我。哎、欸，三小被什么东西？护工哎、欸、哎、欸，黄金护工哎、欸。我黄金。哎、欸，僵尸哎、欸，我要死了、啊！哎、欸，小鬼哦！哎、欸，有黄色的那个洞口啊，但是我没有。哎、欸，不行，我要先走。好，快死了，你先走。哎、欸，有黄，哦，去做个工作台好了。是吗？哪里有食物啊？他说农场那边有个箱子。农场这边有食物箱。哥哥、欸，啊？要捞你的龙源门。嗯，我要捞。一直有人在射我，到底是谁呀、啊？啊，在水里面，妈的，你竟然不会溺水，我真的是。还有黄金装嘞，好暗哦，超暗的。好棒棒，妈的。哎、欸，好，我要先休息了，大家晚安。晚安。拜。跌倒，不能掉，跌太快。啊，差个火法，气死我了！暗迷摸，夜盲哎、欸，我不吃红萝卜的。他跌倒。嗯。你们说的那个六角孔，哎、欸，荧光的，繁星荧光的、欸，去打，就是他，去打那个墨囊，他在水面上就那么亮啊。我打他，我要打他。我在家里，我要看。在我们。怎么不见了？荧光污水，我太另外一面啊，太另外一面。后面是苦力发，小心，乖乖小心，苦力发。苦力发。呜。哎，我要死了。你为什么？打
那只啊，打荧光木。哎、欸，他啊，打死了吗？没有。有，我看到掉落物在这里。等一下，我来这领东西了。哇，我们下面有魔法师哎、欸，我吸到了吗？没有，你没吸到，在那个。对啊，我没吸到。在前面，你要钻进去。要钻进去。啊、哦，有人吸到了。好。等一下啊，我的装备在我这吗？是不是在我这？你有拿到铁剑吗？没有，没有，嗯，完了，我装备消失了。哎、欸，乖乖乖乖乖，跑跑跑跑跑！哎、欸，乖乖乖乖！哦哦，吓死我了，快要死！你要给我什么？酷啊！你要、哦、你要钓竿吗？这是你的、嗯、骨头，是不是也是你的？对。还有什么？还有符箓吗？对，符箓。搬砖。好，搬砖。好。那、啊、那个斧头呢？有吗？斧头是我的哎、欸。有稿子，有稿子吗？稿子没有哎、欸，我没捡到稿子。这原本没有在那边听说有没有有没有？来一下。来来，你有钻石？可是我只有一个哎、欸。哦，那我给你，我给你，还有两个。你户头还有钱吗？好多怪啊！你怎么还没死啊？都在烧了，妈，赶快投胎好不好？这边要用围栏吗？那我的盾牌呢？我也消失。乖乖跑、哦。好，我跑，我跑。那我手无缚鸡之力，我怕被跑进来的古力怕杀死。那我这边也先关台啦。啊，先弄一些有的没的吧，再来弄。这样啦，反正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无聊会打开，然后农物资，然后赶快帮菜渣盖出那个自动羊毛机。嗯，他就是说要盖，我昨天讲了，他要盖一个很大的运动场，就这样啦。今天本来早上要开啦，但是伺服器就是坏掉，然后把 IP 变了，然后没有不知道，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哎，700多人，好舍不得关哦，怎么办？啊，先这样啦，反正明天 Amigo 结束会开，然后早上看我剪完片或睡醒没会再开，就这样，这样咯，大家晚安，拜拜，拜拜。